面请您欣赏相声《霜雪济南话》，表演者郭德纲、于谦。来的人不少啊，哎，大伙儿都爱听相声，是，起满坐满呢、啊，我很欣慰啊，您又高兴了，好啊，嗯，说明什么了？说明相声是有生命力的，哎，大伙儿都爱听，大伙儿爱听，嗯，作为演员来说呢，更得下功夫，哎，您得用功啊，大伙儿这么捧咱们，嗯，咱不用功。不合适，对不起大伙儿，对不起大伙儿。嗯，当然了啊，有的朋友今天没来，嗯，看得出来啊，嗯、常来的我都有印象，哦，脑子里都有。嗯，也有几位没来的，哦，没事儿，嗯，不恨您，嗨，恨谈不上，谁没点别的事儿啊？对 对, 对，有事儿忙你的去，哎，打发人把票钱送来，啊啊，不来还买票啊？人也不来，票也不来，这就不合适了，是不是？哎，得懂得交朋友，这叫交朋友啊。有的人对我们俩不太熟啊，我叫郭德纲，哎，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客气。于谦，哎，于老师，哟，别这么说啊，了不起啊，我很崇拜你。别，在我心里啊，说实在的啊，好多说相声对我来说不以为然。哦，真的啊，就是跟您说实话啊，是啊，很多相声演员在我心里边啊，嗯，就是一堆屎。于老师不一样，我两堆，我比别人多一堆，不是啊。我就想捧您呢、啊、您们这是捧我的吗？说您好啊，好就两堆屎啊。相声大伙儿听的不多啊，但是您演的电视剧大伙儿没少看啊。有演过几个？演过很多电视剧、嗯、没有，也拍过广告。对，最近又接一大活，哎，马上要成为三蹦子形象代言人了。这活儿也不太露脸，发财了呀。啊，以后您得多多的支持我们相声事业。哎，您太客气，刨去拍戏回来就得说相声去啊。是是是，常听相声您都知道，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基本功，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是，就拿这说来说，嗯，嘴里边得干净，这是功夫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干板剁字，对，大珠小珠落玉盘，您得听清楚，不允许贪污任何一个字。是是是，哪怕您坐的剧场最后一排，啊，每个字儿送到耳朵里，得让您听清楚。平时得练呢，哦，下功夫。是啊，绕口令，哦，报菜名，是地理图，嗯，八扇屏，这都是贯口。夸住宅，哎，对对对，都得练。嗯，小孩学相声先学报菜名，现在学这个。哎呀，我们都下不了功夫啊。啊，对，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您从小学相声，你得下功夫，你知道吗？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哎，啊，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鱼香肉丝，宫保鸡丁，撇个丝儿，麻豆腐，撇个丝儿，麻豆腐，反正这都得下功夫，你知道吗？还下功夫呢？这得下功夫。报菜名，麻豆腐都上来了。我这是今年新款的啊，没听说过。得下功夫练，您就没好好练。说学逗唱，逗很主要啊。那是啊，说相声的不逗没意思，那就是没梗。俩人站这儿嘚不嘚嘚不嘚40分钟，嗯，对口的人民日报，那怎么听呢？对不起大伙儿，哎，唱、啊，唱什么呀？唱的是太平歌词，那、啊、这是我们本宫唱。那有人说了，唱歌、唱戏，嗯，唱小曲儿、上大鼓，嗯，这是学唱，哦，这属于学。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对啊，上下就是来回叨叨，嗯，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开始唱这个，嗯，后来呢，唱着唱着吹水花，你知道吗？站在水花里边唱啊。您这行了，您这口吐莲花，哎哎，对对，有机会咱们来了这个啊，算了吧啊，算了吧，我这跟他们不一样，我用铁棍打，你知道吗？人家锣锤是瓷实，行了，这我得自己来这个。还有
我这个学啊，都说学啊，怎么叫学？怎么叫学？学说话也是学，啊，学表演也是学，对，学方言也是学，各地方话，学唱也是学。哦，在这里边，我认为方言是比较重要的一门功课。哦，地方话不会说地方话，嗯，不算一个完整的相声演员。哦，那也叫倒口啊。对啊，嗯嗯，你看咱们普通来说都讲普通话，对，但是各地有各地不同的语言。这叫什么呀？嗯，隔河不下雨，十里不通风。哦，方言不一样，各不一样。嗯，举个例子来说，普通话的前身是北京话。哦，北京话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迁，这还变不一样是吗？清朝末年，清朝的时候，走到街上，你听俩北京人说话，嗯，跟现在就有区别，是吗？那会儿来说，北京城八旗子弟居多。哦，提笼架鸟。游出了茶馆，嗯，进澡堂子，一天到晚就这出，嗯，没别的事儿，哦，人见面也是，有的是充分的时间，废话说的相当的多，哦，聊出来全没用。街上胡同口啊，张三李四哥俩瞧见了，哦，这一聊天，嗯，干嘛去兄弟？哎，哎，大哥，我这刚喝茶去了，哦，上哪儿喝去了？这不是门口那个太玉茶馆，上那儿喝去，嗯，别上那儿去呀，嗯，他这个黄铜壶烧的水啊，没有紫铜壶烧的水好喝，哦，哪天上我们那儿去，嗯，我净跟这西北角那儿那家喝，哦，那成，哪天我上您那儿去，您今儿这是干嘛去？啊，赶紧家走，我跟刘二爷约了下午瞧那蛐蛐去，要哪个刘二爷？嗯，就这大胡子刘二爷，你甭听他了，他说话没谱，嗯，这儿说话得上西直门听去，嗯，明儿您瞧蛐蛐上我那儿去，啊，我那儿几个沙河流新来的好胡了，还有几个哥们儿，您瞧咱这玩意儿地道，嗯，行嘞，哎，今儿中午上我们家去吧，嗯，你嫂子和面了，中午咱们烙肉饼吃，不行，我们家今儿西葫芦羊肉馅的锅贴儿，好着呢，好西葫芦炫成丝儿，多少羊肉获得了一包，呵，这边吃那边拿剪子嚼耳朵，您都不知道，就这么香的，去不了了，家里忙着呢。这不嘛，下午你弟妹说了，想出去还买几块料子，买什么料子？嗨，就随便买点，做几件衣裳什么的。那这么着吧，明儿早上起来咱们茶馆见，我给您留地儿。那当然了，咱哥俩焦不离梦，梦不离焦，这不胡家将说的吗？什么胡家将？杨家将这么说的，我焦不离梦，梦不离焦。呵，你瞧，你说想起来了，是杨家将说的，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明儿见你了，明儿见，净废话呢，哎，好吧，一句有用的都没有，一句有用的都使不上。哎，辛亥革命之后，嗯，满清王朝倒台了，有铁杆庄稼没了，嗯，这些八旗贵胄们都得出去干活去了，是，还是这俩人胡同口再碰见，嗯，就简单多了，是吗？干嘛去？拉车，完了，嚯，干活挣钱吃饭了。没有这么些个时间了，哎，这北京话听得有意思吧？好玩啊！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方言土语听不到了。土语过去来说，溜溜的，什么挠鸭子了，嗯，褶子了，老了，这个很少能听得到了。嗯，哎，这是北京话。离着北京往东四十里地，有个地名叫通州。有啊，通县呢，嗯嗯，通县说话跟这儿又不一样了啊，有口音了啊，你这离着四十里地，对对对，就改了。我有一朋友是那儿的，聊个天是吗？啊，他们管这个没过来，没过来，咱们都说没，于谦来了吗？嗯，没来，没来，没来，嗯，通州不这么说，他说什么？没来来，没来来，于谦呢？嗯，没来来。说我没来，那，啊，没来就把他加来啊，没来来，没来来，多这么一个字儿，哎，啊，哥哥不叫哥哥，叫哥哥，哦，我哥哥，我哥哥，叫哥哥啊，我们有一朋友是通州的，嗯，我家里哥几个呀，啊，我还有三个哥哥，哦，我问他，你爸爸是皇阿玛？什么呀？啊，皇阿玛不像话，趁仨哥哥吗？啊，离开北京240里地到天津啊，天津说话跟这儿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口音就重了。好多朋友聊天儿，嗯，还说你个天津人说话爱说骂，爱骂，嘎骂，你嘎骂，哦，那个骂，不是，这闹不清是什么意思啊？一个口子边儿，嗯，一个麻花的麻字，你，哦，骂。对，在天津这个字有很多的解释，是吗？啊，俩人见面了，你干嘛去？我不干嘛。那怎么骂？干嘛呀？什么呀？说什么呢？他
们俩人就听懂了啊，外人一概闹不清楚。对了，全糊涂，什么干什么，打算怎么着，好了坏，都能拿这个骂字来代替啊。啊，天津街头俩人碰见你，听俩人说话热闹是吗？很幽默呀、啊。怎么说？干嘛去，大哥？那敢看戏去了？是吗？好吗？呵，一大花脸啊，一三流胡，大花脸拿俩嫩嫩锤，三流胡拿白拉杆，俩人打见一热闹啊，骂戏就是不知道骂戏。哎。闹了半天没瞧清楚啊，这是天津 啊。到这个经常到安徽去做节目、哦、啊，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发现安徽人说话有特点。安徽有几个字儿说不清楚。哪几个字？滋鸡湿丝，闹不清楚。这四个字闹不清楚。那、哦、比如咱们这儿说，买一只老母鸡，老母鸡到他们那儿叫老母子，老母子。皮肤的皮，皮叫呲，我呲啊，费多大劲儿啊，够狠的，有假牙都得脆出去是吧？好嘛，行了，呲，那么着事儿啊，呲，洗脸，洗脸叫死脸，死脸脸啊！我上安徽去住一朋友家里边，早上起来喊我洗脸，大哥，死吧，死了，哎，你先来，你先死。绕口令有意思哦，从肥东到肥西，这是两个地名哦，合肥的东边，合肥的西边，俩地肥东，哎，从肥东到肥西，买了一只老母鸡，哦，搁到河里洗一洗，一洗净是皮，花了1.44块，哦，这是咱们说，用合肥话一说，你听不懂，怎么说呢？从肥东到肥西买了一只老母鸡，搁到河里洗一洗，死嘎死，花了1.44块，什么乱七八糟的，外语这是啊。听不懂，闹不清楚。不过这个安徽方言还是属于北方语系的，是吗？北方语系。哦，包括这个河南方言，我认为有意思。河南，河南方言多有意思，是吗？干啥去你？啊，那干啥去？啊，那美国总统布什啊，就说这个嘛啊，干啥去？布什说河南话，还请一河南家教，你知道吗？嗨。教这普通话不老地道的，这家教不怎么样啊！我上河南演出去，早上起来看着卖那胡辣汤的，哦，一边吆喝一边卖，听着河南话这个甜呢，有意思。胡辣汤北方北京没有，对，河南当地喝这个多，地方小吃什么海带丝儿啊，豆皮儿啊，对，什么这个乱七八糟一大锅，海带什么都有，煮的挺好，拿个勺跟这儿，哎，胡辣汤。怎么了？挑出一只袜子来啊！锅里啊，长筒丝袜哟，胡辣汤，胡辣汤，那这海带也不茄就猪，你看，嗨，是海带吗？那个脑子快呀 啊！起个飞智啊，都搁这儿了，这一波都卖出去了。啊要说好听，我认为山东方言非常有意思。哦，山东话啊，山东不同地区呀、不同的方言。哦，咱们有一段相声叫山东话，哎，学的就是山东胶东人聊天。是是是，两人接上说话跟打架似的，还那么哏，他那话硬。对对对，不过山东方言有软的地方。哪儿啊？比如说山东济南。哦，那首府啊，济南是山东的省会啊。对对，两个人说话听得很幽默、啊、非常有意思，是吗？今天这样、嗯、咱们两个人给大伙儿学一回山东济南人说话，好不好？这个、啊、咱们干嘛还俩人学？这一个人学表达不出来，非得俩人来。哦，那这么说是有情节。他有一个小故事。哦，咱们两个人岁数差不了多少。是，哎，按照年龄来说呢，你大我一岁，我长一岁。哎，我呢是你的父亲。对，哈，哎呀呀，我说呀，不是，行了，别说了啊。什么呀？您这是怎么了？我长您一岁。对呀、啊，怎么还您是我父亲？这很神奇啊，这个，是吧？我听着也是很神奇的，那你慢慢琢磨。怎么琢磨呀？你偷着美去吧你啊！我美什么呀？我这多可乐这个啊！什么呀？不，情节故事需要是这么安排的。怎么就这么安排了呢？咱们两家人是济南的两大富户，哦，都有钱。我们家非常有钱，嗯，你们家也有钱，但比我们要差一块。哦，两家还是邻居街坊，两个孩子一边大、嗯、你父亲为了攀高枝跟我们家把关系拉近，让你管我叫干爹。哦，干爹干爹，
这不是亲的啊。这回你心里踏实了吧？是吧？这也没什么踏实的，这就宣分了，这就知道吗？行了，就是这么一种关系。嗯嗯。后来呢，都长大成人了。嗯。我到北京做生意。哦。你呢？结婚之后也到北京做生意。嗯。但是由于你自己本身不太检点，哦，吃喝嫖赌抽，沦落街头。嗯。无意中，咱们两个人遇见了。我已经是一大老板了。哦，你富有了，发财了。啊。看见你跟街上衣衫褴褛沿街乞讨要饭，因为这种关系我是他的父亲，大家知道是吧？所以我别说这父亲了，知道吗？嗯，啊，我受不得啊！我这个人最看不了这个，啊，我就决定周济你。两个人话来话往，这么一聊天，大伙儿一听跟说相声似的啊，那么有意思，有太好玩了。哎，行行，好不好？好好好，这就开始了。哎，好。哎呀，你这样儿也不像啊！我啊，你这又白又胖的，你这那根本也不像一个要饭的呀。那您看，你把这个扣解开点，这扣，哎，解开点，解开，这扣解开，这哎。啊，简简单单的，你需要哎，啊，服装上咱们，哎，你看，好，这系上一下，这样稍微就好多了。啊啊啊！哎，对，把这个解开吧。啊，哎。这个好比说就是衣衫褴褛，哦，就这样了，作比成样，是吧？好，好，可以，还是不太像啊，这个太整齐了，我看看，哎，你们谁带那个小一点的那个大褂什么的，有没有小一点的啊？您这小太小也穿不进去，就是简简单单的啊，您这还简简单单的呢，看看，哎，我觉得这种料子比较适合你，是吗？料子呀！啊啊！我觉得这个料子比较合适。来，伸袖，伸袖，还有袖呢？哪有袖啊？哎，好，这好，这个还贵不在贵，你知道吗？哎，这有这么一个，当时就见形啊！哎，还挺款式哈，还款式呢。这是特意给你裁的，你看了吗？没听说过。还有一点小的装饰品饰物啊，还有饰物，一点饰得有一点，没有哪行天也冷，你知道吗？你这个说实在的啊，这就讲究多了，你看吗？这你们孩子那戒了吧？这是不许瞎说啊，这是给狗铺地上那个。还不如戒了呢，你哎呀，那哪儿学过来的？这都是这个脸也不像啊！你这很精神，这满面黄光的，你看黄光还精神。我给你有一点小小的装饰啊，小小装饰。这个化妆来说呢，这是很主要的，艺术形象塑造的一个化妆离不了，你知道吗？嗯嗯，这是很主要的哈。什么玩意儿这是？你管他什么玩意儿，玩意儿呗，这是。你把这头套摘了，把这头套摘了。我这是头套啊，我这是。这是什么呀？这原来那儿的头发。我说买头套买这么稀的啊。嗨，头发掉了。这个要饭也不能这么整齐的小分头啊，是吧？那怎么办？这是很哎呀哎呀哎呀，我不想这样啊，说实在的，我也是没办法，你知道吗？您不想这样，您带着这东西来。哎，你说这谁放这儿的这东西？很神奇这东西啊。于老师来，咱们试一下这个造型啊，让大伙儿看看。来，这打扮出什么模样？我也没看见这自己。这有点那个武状元苏乞儿落魄的那意思，是吧？要了饭了吗？这个我也得稍微化化妆啊。您是不是啊？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呐。哦，这个也没有什么，这不像这玩意儿。有个帽子吧，啊啊，这当我那礼帽是吧？啊，当礼帽。好了，用得了这么些吗？您这怎么意思？这是？我那围巾啊，这是围巾。你看过上海滩吗？看过啊。这许文强啊，而且我这好在就是长了呀，他能随时去一块儿。对，您说这许文强啊，许文强啊，我看着像马桶成精了。谁告诉你？好不好？哎，行，好吧，这样吧啊。我这是大烟袋啊，啊，这是大烟袋。你拿这个，你拿这个，我拿这个。这你要饭抱着砂锅啊。哎，对，这到我这都这么破呀。
烟袋啊，烟袋。我打这边大街上走过来啊，啊你从那边地沟里爬出来了啊。我去这地方啊？你跟街上，你正工作呢，正工作呢。我上个地沟里工作呢。你捡吃的，这就来了。哎，好，这事儿闹的，你说。是个狗吗？谁是狗啊？不是，你看谁是狗啊？怎么了？怎么你这烟也不是狗，谁是狗啊？我这词儿就是这词儿啊！你学名叫狗啊？学名叫狗啊？大户人家学名叫狗，你知道吗？那我小名呢？小名叫狗子。啊、哎，嗨。就甭小名了，咱就叫他。我喊你答应啊，答应。我喊你，你得答应。你还得喊我，哎，你不说干爹吗？您得说出来啊，要不大伙儿不知道这关系，知道吗？知道吗？还得叫啊！你看，你要嫌麻烦，还得重教你，要不？啊，别，好眼见，留眼晃。啊，不，行了，不要那个。呀，这不是个狗吗？哎，你不是干爹吗？哎。咱答应多痛快，你看了？是你痛快，我可别扭了呢。孩儿啊，你怎么咬了饭了？啊，对呀。哎呀，怪可怜的。是啊。好几天没吃饭了吧？啊，都老没吃了。我可看不了你这样的。我办呀。我心里不是滋味啊。那您看。我不能看着你受罪啊。怎么办呢？我把眼闭上吧。哎，闭上啊，睁开吧。我问你，看不惯你闭眼呢？我得管你啊。你得管我呀。孩儿啊，你怎么这么可怜呢？你看怎么了？多少年没回家了？十年不回家了。对呀，家里事儿你都知道不？说嘛事了？你也不知道啊？这不是跟我说呀？了不得了，怎么了？那一年家里出事了。说嘛事了？闹了天去了。哦，哎呦，那个雨啊，那个雷呀、啊，咕隆隆，咕隆隆，咔嚓一个雷呀、啊！怎么？全村里劈死20多个老头了。我劈死老头了，20多个老头啊！怎么回事呢？那都是坏老头啊！说嘛事了？那都是跟儿媳妇不干净的老头啊！嗯，那全给劈死了。先生啊。我爸爸没事吧？啊，放心，你爸爸一点事儿都没有。啊，人好啊，把你爷爷撇死了。哎，行了，回来吧。这个大伙儿都说了，还说呢？说顶了个顶，顶了个顶。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遇见一窝狼。老天爷一怒睁开了眼，劈死了老头儿臭流氓。哎嗨，行啊，你就别说了，那个。俺爸怎么样了？你爹呀，啊，好着呢，好吗？你爹可了不起啊，好吗？天天吃的饱饱的，啊，没事他都练那个打圈啊，好嘞，吃饱了喝足了出去，他都不是为了强身健体啊，那为嘛呢？他为了耍流氓，还这个呀？吃饱了喝足的上村口大树后边一站，嗯，打那边来个女的，你爸爸往外边一蹦，此山是我开，此处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啊是，把那个女的吓坏了，吓着了，一下子把刀都抻出来了，抻刀了。是个练武术的啊，好嘛，追着你爸爸满村的跑啊，摁住了打嘴巴子，那嘴巴子跟不要钱似的，好家伙，打的你爸爸跟个王八蛋似的，哎呀，这也挺打呀，你就不用往前说，打的你爸爸往前跑，一下子掉到粪坑里边都淹死了，掉粪坑里了，他张着嘴下去的，哎呀，全村人都说这是个好事啊。好事呢，临死之前终于吃饱了。哎呦我的妈！就是大伙儿都说了，啊，讲了个顶，讲了个顶，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遇见一窝狼。老天爷一怒睁开了眼，淹死了老头臭流氓。讲了个顶，不，你别说了。嗯，那个俺媳妇怎么样了？你媳妇啊，络腮胡子那个。哎，你媳妇络腮胡子？不是你哪个是你哪个？什么？我娶了媳妇走的呀？哦，娶了媳妇走的。对呀，全靠你媳妇了。是啊，你爹也死。死了，你爷爷死了，嗯，那么大的家宅谁管着呀？对呀，全是你媳妇管着，哎，开了客店了。哦，十里八村的这些个流氓光棍都上你们家来了。是啊，大伙说来，点了个点，点了个点，这就甭点了啊！我们家改妓院了，是怎么的？点了个点，点了个点啊？什么点了个点？好啊！那我呢？你有了办了你？我怎么办呢？你想好不想好啊？想好你得注意我呀！干哪一行你都得往心里去啊！对呀，要饭也能挣钱呀？怎么挣钱呀？你这样不行啊！你给我出个主意，有几句词儿你把它学会了不？有词儿呢？你得这样说呀！怎么说？好可怜啊！我要了饭，怀里头抱着黄瓦罐，连三天我是没吃饭，饿得我这个金灯银星银针的转。你有那老太太吃不了的烧饼干，小孩子抖落的包子馅，珍珠玛瑙翡翠串，来这么十几串，身上冷不着打颤颤。你有
你的吧。下面请您欣赏相声《文武双全》。在相声界啊，有这么一句话，相声界呢有这么一句话，那就是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那么在最早啊，这个文章会和大保镖本是一段相声，文章会呢仅仅是大保镖前头的一个电话，后来呢给他分出了这么两段相声。今天郭德纲、于谦二位老师呢又要恢复到咱们最传统的演出形式，那下面就请您欣赏这段文武双全。来这么些人啊，我很欣慰，打心里我这么痛快啊。高兴吗？我高兴。嗯，我待会儿一人给你们写幅字儿啊。今天有不少人求字儿来。求您的字儿啊？你不知道？我知道什么？你孤陋寡闻呐。我知道什么呀？ 你得寡了。我什么罪过啊？我就管寡闻吗？寡闻就是寡人，您说那是孤陋寡人吗？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我不知道什么事儿啊。你不认识我？我那不认识。你不看报啊？报上有您。您、哎、这什么感叹词啊？您我对你很失望啊。我还真不看呢。不看哪儿？报纸买个挂历什么的，月份牌。您啊，上挂历、月份牌都有，我好些个都有我啊。你不知道？不像您啊！你看这个人啊，嗯，你得学习啊，同志，不学习你就落后了啊。我还真没看过。在写这方面我是专业。写什么呀？什么都写。书法吗？都有。毛笔的都有，毛笔、钢笔、铅笔啊，都写。铅笔都写呀、啊、大文学家。都是文学家用铅笔啊。我还写电视剧电影编剧。对，编嘿嘿啊。我有认识的吧？大电锯嘛啊。木匠啊？不是，做电影的电锯嘛。编剧啊？编剧，编写剧本。编剧对，不是电锯。哎，你这个嘴有毛病啊。我有毛病啊。编剧哎，大编剧。对，前些日子刚写一个，还比划呢，还大编剧啊。写刚写塔拉是条狗，我写的。正写续集呢。是啊，于谦是个猪。没有我事啊。没有我事啊。捧你啊。有这么捧人的吗？这个不捧你啊。我我一捧你就红了。真的？你看三天你自己那个力量是薄绕的。哎呀，你们爷俩这嘴都该石头石头了。非得我这个样的啊，我捧你你就红了。您捧我我就红了。绝对，我捧你就红了。嘿，咱这个学问，咱这个文化呀，在这说的。您中午吃的烧饼是吗？讨厌啊。您这烙烧饼的吗？不是，不是，我这个学问呢啊，上这么些年学，大学里待这么些年，是吧？您还大学毕业。哎哎，咱别老用这一惊一乍的，行吗？大学生。大学生啊。大学生。大学生。哎，嗯，哪个学校毕业的？你管呢。你不怀好意。你不怀好意，这有什么不怀好意的呀？你心歹毒，怎么亏心呢？你，我问问您，这你是好人吗？你凭什么问我？我干嘛就得告诉你？我跟你过这个吗？你死不死你？我招你惹你了？咱讲理对吗？你问着吗？我跟你过这个是吗？不是，我这不是关心您吗？您这啊，好赖不懂。我问您哪学校毕业，不是关心您吗？闲聊天是啊，是吧？您是哪学校毕业？我啊，清华的，清华池的。
澡堂子出来的，人家脸长得啊，倒霉德行，你看脸。您先别说我啊，你说那是虎方条那儿，您不是那儿，我们是湖广会馆对过，一样，都是一地方那个。哪儿啊？都是一地方。哪儿啊？清华池啊。呸！后头清华池后头，池子后头，烧锅炉，那热水吗？那个锅炉后头啊，刀脏土。你带着刀了吗？借我，我借您干嘛呀？囊死你我！您想杀人都不带凶器，您好得了倒不了是吧？甭比划了，甭比划了，过来吧。说这事儿，你他小瞧人，谁不我打小上学，咱们清华大学上这么些年学，哎，怎么这么大啊？不是不是不是，校长熬死好几个，你知道吗？等会儿吧，等会儿啊，您先等会儿，等啊。您上学，您刚才说什么？清华大学啊？不是清华吗？啊，对，清华吗？清华。你管着吗？你问这个干？跟着我哎，您记住了啊，清华大学啊，以后这么蒙人去啊。清华，嘿，清楚了，对吗？嗨，现问呐。对啊，哎，对，清华大学，哎，清华，哎，清华大学，咱是那儿的大学生，那儿毕业的。嘿，哦，琴棋说话，上课，奔走辅具是吧？还奔走辅具，小。瞧嘛，大学什么课都有，上什么课呀、啊？什么都有，画画，书画。哎，怎么烫头啊？您说这是，你讨厌你个这人，你怎么说？他不没有文化，写字懂吗？不书法吗？毛笔字，毛笔字见过吗？墙上写，墙上不让，现在不让。嗨，什么时候也不让？纸上啊，纸上嘛，写嘛，是吧？哎呀，这哪儿找这么大纸去？纸上写字吗？写毛笔字吗？啊，也练书法就行了。废话，也练，就专业干这个的，专业书法。这练完，写完卖去，卖去外边卖去，还卖？多新鲜呢，还挣钱呢。呵呵，学校的房钱哪儿来的？写字卖钱卖完了，支援我们学校教育。人就说交房钱就完了吗？对啊，写字写完了卖。哦，还卖去？卖。您在哪个画廊那儿卖啊？啊？哪个画廊那儿卖啊？哪个画廊卖？不卖，买。我这是打听您工作的事儿，私生活我们不了解。怎么没听懂？怎么回事？我说您哪儿卖那画？画廊？不画廊，写字吗？写字您不得卖吗？画廊干嘛呀？哪儿卖呀？街上啊。大街上啊？对啊，街上，小区门口都行。怎么这地方啊？为人民服务嘛。哪儿需要哪儿去，知道吧？哦，就在那儿卖。要是庙会，这最好，这是吧？还是赶庙会，庙会卖的多呀。庙会卖多呀。哦。北京这庙会，哪个公园赶上了，这发财了。嘿，平时差着。哦。当然了，为了满足北京老百姓，是吧？我们也得加班加点儿。哦。哎，早晨一睁眼，这就排队等着。对。求字的人都满了，这站着，这都站好了，都排着队。哎，我跟这儿啊，我跟这儿，我把我的字台都支好了。多少钱一张？啊？您这字多少钱一张啊？就外行吧，字儿有论章的吗？字儿吗？不论章。你那裱好了，那论套。写字论套。那对呀、啊，给人裱得了一套一套的嘛。哦，精装的，您说的。啊，对呀、啊，裱得了，这都站好了。啊，师傅，来一套，哎，怎么着啊？嗯，弄。这一套一套的啊，那您挣钱了，这么说那还是挣什么？庙会还行，庙会还一般，反正百十块钱、几十块钱也有，要闹天要亲命了，二三十块钱也是有的。这一套、啊、就这么一套呗，呵，一套。哎呦，您、啊、这当然了，咱们也不辛苦，几分钟就一套，你也不受什么累。哎。
嗯，您这一套几分钟就一套？对呀、啊，我这站着了啊，我这正把这笔都砚台都准备好了、啊、哦，搁这等着吧。是，求字的都来了啊，太好了啊，等着别闹，你几套？两套是吧？啊，你几套？一套好。啊，拿过钱来，搁好了。是，给他们先做纸。你脚别这划了没啊，这纸都现做呀、啊、你看你对得起人两块钱呢，你要说头天弄得了。哎，不不，你等会儿、啊、你先别问啊，两块钱你打算卖三块，你要疯啊？我都两块，真的吗？指的这个，你想这蒙人门也没有啊。不是，你卖的是老主顾，太便宜了，就这意思。人家书法家一写好几千，好几千。咱是面向工薪，知道吗？这还你要求？你这你卖五块一套，你要疯啊？对吗？就两块钱就行了。两块，两块，这开始要吗？要开始，先做纸。怎么做纸？做面巾纸。啊、哎呀，嘿，越说越不像话、啊啊。怎么了？写字嘛，这是宣纸啊。你这不行，这不能宣，知道吗？面巾纸，面做的。跟金颜色的面做的，呵，要亲命，这人没早起过，我告诉你。这爱早起什么事？怎么个意思？你面巾纸怎么做呀？面做的，啊、金色的，往上撒金。呸，两块钱够金钱吗？你这坑我们，我连字台都得饶进去，你知道吗？怎么个金黄色？就是弄鸡蛋不就能做出金黄色的吗？把面摊好了，让搁一鸡蛋啊！不行，这先弄面，弄完之后啊，我们有那个特制的笔呢，有一转，哎，啊，拿过鸡蛋来啊，哎，都多了，哎，倍儿正，哎，一翻个哦，我们这边有这个，也有课本啊，也有这镇尺。镇尺是这么长的 啊，拿过来卷。有人愿意用课本的，单给拿课本。不方便。薄脆和油条啊。课本拿我这毛笔来，知道吗？嗯。给他写字是吧？我那墨都搁砚台里边了，酱酱乎乎，甜不丝的，甜面酱啊，刷刷完要朱砂不要？要少来少来少来。这朱砂来多了可对嗓子好。一套来，走，这是您的这个。啊，摊煎饼的，讨厌。废话，您这一套可不是摊煎饼的吗？有学问吗？我也早起过，见过这个啊。你跟这外行，你怎么说话啊？他哪懂这个去？是不是？我们做学问，这是什么学问？你看，这咱实话实说啊，你算吧。哎哎嘿，手脏了可不能干吃食啊！我们有掌握，我们擦。哎呀，行了，别提裤子，这说好好话。做文章啊，大学校我们都是从华大学的嘛，清华啊，清华。我那个字台一年四季底下生着火，知道吗？啊，对，要不怎么做您那字？大小的砚台啊，嗯，这课本一摞一摞的。咱别提这个了啊，就您那一堆佐料，那是你讨厌，你看瞧不起人。嗯，很多的文人墨客到我们学校来参观。哦，还有文化的人去。有一个人你不知道啊，金庸。哎，金庸我知道啊，大文学家那是。你知金庸啊？那武侠小说多好啊！你也看小人书？小儿书里哪有金庸啊？这好些个都是你写的吗？好些个是写好些书啊，《鹿鼎记》啊，《天龙八部》啊，是《金瓶梅》啊。对，哎，西门大官人，没哪有，都是金庸写的吗？您就看过这一本吧？啊，没有，那不是，我喜欢看他的啊，人家了不起，在香港住，对。称是武侠中的圣人，写得好，金圣人是是是，金圣人在香港、啊，一瞧报纸上登、哦，北京有高人，哦，叫郭德纲，哦、有您，文章非常可口，啊、这位都饿疯了，这位的，金先生很高兴啊，啊，这咱们得得着啊，得着吧，金先生这俗劲儿，就是、啊、像九龙那儿，啊，买长途汽车票。到六里桥了，往六里桥。哇，太长了吧这个！六里
个桥下车，倒300，嘿，坐到二环那儿，和平门倒地铁，奔学校就来了。金先生道真熟啊！到学校门口，我们大伙儿正做早操呢，早操，早操练字呢，正练字呢。哎呀，别提这字了，一人一个写字台，写着呢正，金先生来了，同学们很热情，哦，推着字台都过来，你看我这个，来，嚯，回来吧。再给金先生吓着你们啊！金先生不要着急，各位同学，金某人一定挨家的品尝一下啊！哦，金先生饭量不小，不着急，不着急。校长赶紧迎出来了，哎呀，金先生您好，您好，久闻您的大名啊！今天来到我们这儿是蓬荜生辉啊，是茅房生财啊，茅房都刷漆了是吧？高兴吗？客气吗？客气，没有说茅房的呀，反正您来了太好了，给大伙儿讲讲话吧。哎，说两句。金庸站在这儿，各位同学。是，早就听说你们学校高人挺多的。嘿，今天金某人来到这儿，一定要领略一下贵校的风味。哦，还是吃。今天这样吧，与才子不可交臂而失之。金某有意出一道题，试一试各位才子，不知校长肯赐连否？怎么样？我说我打算考考他们。校长赏脸吗？是。校长说行，先生出题吧。多糊涂啊！怎么了？不该答应人家，不是知道吗？怎么？那是金。新生人呢，是他有学问，你弄得不合适，说你齁着他了，怎么都不合适。您这跟题有关系吗？这我说校长答应了，那开始吧。啊，金先生拿一粉笔头，蹲在地上写诗啊，写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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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蹲地下写呀？这不写地写哪儿啊？黑板上啊，黑板都做了字牌了。哎，好嘛，全拆了，写完了。金先生一扶着，看着，春眠不觉晓，用手指不会啊？月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形体还不错，这个。来吧，大伙儿来吧，大伙儿要说是露脸的机会啊！啊，这赶紧吧，别等着了。啊，整个操场上呲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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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诗都不挨着啊！大伙儿忙活吧。完了，来金先生，您尝尝我这个，尝尝我这个，满没那诗什么事了。金先生，看看我们的文章。嗯，你这个墨呀，颜阴了，就是面稀了这个啊。你搁这么些朱砂干嘛？嗨，辣椒多了。尝了400多份文章啊，最后到我这儿了。金先生拿起来，汤汤汤吃完了，是眼睛直放光。怎么？此篇华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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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是您做那就是华饭，知道吗？此篇华汉是哪位才子的文章啊？我赶紧过来了，先生我写的。是好啊，可称饱学鸿儒啊。嚯，可能照此文章再摊一篇。哎呀，这话都说滚的了都。区区不才，就是在下。这有何难？死了，来俩鸡蛋。熟啊，我给。看完了，您来哪个？来正尺的，来课本的。刚才吃的都是课本的，光要真值的吧。好，选好了。嗯，金仙一吃美坏了，高兴了，鼻涕泡都乐出来了。什么喜子，这是真是大才子。嗯，正夸着我呢。哦，金仙身上手机响。哦，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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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捡着抢菜刀的音乐吗？什么音乐呀？音乐吗？什么呀？金先生打身上把手机拿出来。哦，喂啊，喂，嗯，靠，小灵通，拿这，嗯，喂，嗯，哎，对，我是，哎，这通了，哎，我是老金，对，喂，哎，是，我是庸子，是庸子，喂，这信号不好在这儿啊。移动电话吗？喂，喂，哎，这清楚点了，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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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我是金庸啊，好，好，谢谢，好，谢谢，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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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好了，校长，这门口哪儿卖充值卡呀？好嘛，
打一电话就没电了，没钱了，没钱了，这个啊，刚才啊，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来的电话，嚯，在香港九龙那儿缺一个超等总理，嚯，你们这郭军德纲，嗯，饱学鸿儒，哎呀，著作等身，我认为他去挺好，啊，校长说好，您多栽培，嗯，我一听吓坏了，啊，这我能去吗？怎么了？他让我去那儿当一个超等总理，哎，这官可不小，谁告诉你是官，齁累的不挣钱？怎么呢？超等总理，我们跟香港那儿，你抄着那铲子总那儿等着，总也没人理，是吧？这么个超等总理、啊，我这干不了，这个干不了啊！那您也得去呀、啊！我不干了，我就不去。一天到晚，我爸爸总数落我啊，你也不挣钱，一天到晚的这么早起，这么晚就回来，嗯啊，一天挣不了100块钱，你疯了？大小伙子干点什么不吃饭？不像文化人干，非得出去念书去吗？咱别提这书了，行吗？啊，你做文章也不适合你这玩意儿。我都听晕了，这都不是，那手又慢，你知道吗？嗯、啊，你干点别的去吧。是，我认识曲艺团的人。哦，艺术你喜欢吗？啊、我说行，我能去。到那儿去一瞧啊，有梅花、京韵、哎、老亭、曲艺形式、西河。对啊，我的专业让我小京东。哎，好啊，我就喜欢这个。京东不错，不喜欢这个玩意儿。您学下。董太、董乡坤，不懂，刘文斌那套，不没有那不知道，京东吗？京东是京东，京东大鼓，京东肉饼，肉饼啊！这个您麻麻烦烦的，你说这曲艺团食堂干去了啊？我这么大的学问家，我从花大学的，我是啊，我不挑这个。后来我爸爸实在没辙了，跟我也很伤心，儿子，往那边。什么都不知道，占便宜挺快的。你小吗？小那边小，小我父亲呢。嗯，哎，儿子，爸爸有的话你得记着。嗯，知道吗？你得往心里去。还是我呀？这挤的人吗？这不是怎么挤的你了？说这意思，我怎么都不行啊？您就别看我就行了。希望你成才。嗯，像爸爸似的，做一个武术家也是好的。哦，您父亲练武，大武术家呀，嚯、哦，讲究高来高去，是啊，一身好轻功啊。哦、江湖这一扫，我爸爸都知道，叫什么？草上飞。您爸爸飞贼，你爸才飞贼呢。草上飞嘛，灵巧啊，你看，你像这个，嗯，蹭一下子就上去了，轻功。那是，你看这灯笼蹭一下子上去了，上灯笼上没问题，没问题，因为没有挡得住他的门，没有弄不开的锁。还是贼呀、啊、贼干嘛呀？怎么锁助人为乐嘛，给人开个锁嘛，不管什么锁，我爸爸只要看看那根面条就痛快。嚯、哦、一包方便面我爸爸能打开一个小区。好家伙、嗯、这得有人高来高去啊，知道吗？都练过功夫，好，什么叫金钟罩，哪个叫铁裤衩都行，知道吗？没听说过。你看铁裤衩啊，练功武功嘛，有一个铁裤衩吗？啊，就铁布衫，铁布衫，铁布衫。哎，这差不多这音哈，差远了这个。爸爸说不行的话，你就小武术吧。嗯、啊，你哥哥也闲着了。哦，哥俩都小武术吧。啊，我说小武术您教我呀？嗯、啊，不成。怎么？咱们有规矩。哦，爹是干这个的，儿子小武术得教到外边去。干嘛上外头去？单找老师自己教不了。哦，跟说相声道理是一样啊。是是是。比如说我是说相声，嗯，你也想学相声，我不能教你。我们单找一个，不是烧饼，你来教他。不，先等。咱俩不是那关系，知道吗？那是多好啊！啊，盼着这个呢。就说这意思，自己教不了，得送到外头去啊！您就找别人学，请了我的师傅。哦，找遍天下武林高手，谁能教？嗯，找吧。最后，嗯，找着我的老恩师啊。这说话就说话，甭弄那么大身上了、啊。老恩师家住在北京城，啊，京西北悬平坡下坎儿，这个地名叫胡岭，胡岭。哎，我的、哎、老恩师，对，行了行了、嗯，您说这地方我可熟啊，啊，知道哈。胡岭好像没出过什么大的武术家，那地方净出卖粽子。哎，一到夏天就有妖怪那推一车，啊，哎，金豆丢，紫石丢，哎，卖这粽子。哎出这个，我带着蚊帐我就扔你脸上，您再烫着我。
多讨厌你说话啊，小市民。不是，您这地方没有武术家，就这副嘴脸看见了吗？啊，欺负人呢，整个火脸都卖粽子的，全是多。我的老恩师是一个世外的高人，嚯，和尚啊，还是僧人，老和尚，出家人。哪，你见过和尚卖粽子？讨厌的，没有。我父亲领着我们哥俩来，一进门，老师跟院子里站着，正捋叶子呢。这个捋那铁叶子，捋那苇叶子。我这就要见着和尚卖粽子。你带着刀了吗？甭带刀了啊！讨厌吗？这不是捋什么叶子？练功嘛，苇叶子练功嘛。哦，这胳膊谁要是练功破了，拿苇叶子缠，缠完拿绳弄好了吗？哦，胳膊也这么缠？对对，你不练这，你哪明白这个去？是不知道。我父亲说明来意，哦，两个犬子托付于您老先生，您要多下心。好，老头点点头。嗯，好，嗯，留下吧。是。不像武术家的范儿，这行行出状元。嗯，干什么不吃饭？哦，不丢人，别听哪儿，早出去会儿，晚回来会儿，都有了。这什么词儿啊？这是教导我们练功吗？嗯，好好练啊！不过要想练的话，咱们要写下生死文约。哦，还订合同？就这一句话，我爸爸当时傻了。怎么了？练武术得写合约，谁叫儿子交给我？嗯，小五年，小八年。哦，学徒期间私走逃亡，各由天命。哎呦，还写这个？说孩子跟这儿一出门，车撞死了，这个活该，白死，跟老师没关系。哦，老师打你受不了，扎河里死了，活该。没老师什么事？没有人责任呢。哎呦，我爸爸眼泪都快下来了啊！可是你说不写吧，俩孩子前头怎么办呢？是，一咬牙，先生您写吧，写。老师吩咐一声，摆香堂。哦，还有香堂？哎，大案子比这个还大。嚯，摆上香炉蜡签都弄好了。嗯，后边高悬上我们祖师爷的图像。哦，您这行业有祖师爷？我们有祖师爷。是谁呀？屈原。哎，对，好。人家这行人合理，没有屈原就没有粽子嘛。讨厌，讨厌，纪念屈原嘛。师爷，这儿摆好了，摆纸摊得了啊。我师傅看看我，我可要写了。我说您写吧，写吧，要我替您写。哦，我写字有一套。啊，你师傅不好这口啊。我师傅把我糊了开了。嗯，研得了墨，添饱了笔。哦，举了这杆笔。是，我师傅眼泪也下来了。怎么了？这个笔不落，这俩孩子命在，笔要落了，千斤的重担是自己的呀。那可不是。屋里边气氛很尴尬。嗯嗯，沉默了20分钟。哎呀，我师傅把笔放下了。哎，别写了。怎么不写了？我不认识字。废话，写什么呀？我爸爸很感动。还感动？好好跟你师父学。哎，文武双全。哎呀，甭捧了，打这起好好学。爸爸走了。我爸爸一转身，从大屋里出来。哦，一道火光直奔西南。怎么还火光啊？我把这大衣点着了。嚯，什么儿子这是？打这儿起留下，跟我的老师开始学武术。哦，练武了。武术是循序渐进，慢慢来。就一上来练铁砂掌，嗯，不可能。哦，哎，一上来，比如说先练这个掌，也得再练拳。哦，最后了才学兵刃。最后是兵器。对，先学这个掌，掌法很主要。是，哎，搬了一个大水缸。哦，水缸里面都是这个铁蚕豆。铁蚕豆，哎，都摆好了，拿着手往里边插，哎呦，肉手插铁豆子，嗯，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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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练这掌就练你这手啊。哦，当然一上来开始不能用这个，怎么？一上来用这个手容易受伤，慢慢来，先用姜米。有个问题，这是怎么回事？有石头子摘出去。哎，您这挑米呢是怎么的？练呢，这练成了再换铁的呀。哦，先拿姜米，先拿姜米，这儿练完了，练掌，练这个，这是拳，练拳。哦，铁豆子，汤汤汤汤汤汤倒，打铁豆子，铁豆砸碎了。哎呀，当然你刚上来你弄不了，啊，有红小豆。就这么打豆子，就这么揣它，知道吗？哦，
为了锻炼这个掌面的摩擦力啊，干嘛？豆子里面放上红糖，揣豆馅儿呢吗？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什么差不多了？跟这差不多了，知道吗？啊，这个全掌都练完了，哦，要练兵刃，兵器。老师给我们一颗齐眉棍，练棍。齐眉为棍，是大棍托在手中。哦，院中有一棵一百多年的枣树，呵，拿起来，唱，唱，打，哦，打三下，是放下。歇会儿啊，喘会儿，又抄起来，烫烫的，打三下一歇，三下一歇，干嘛非得三下一歇？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好嘛，这是你们祖训，祖师爷教导我们的啊，师父告诉我们，好好练啊，知道吗？练出来就了不得了，什么？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知道吗？嗯，记住祖师爷的话，嗯，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你们祖师爷是谁呀？说这话，我说是、啊，谢谢老师的教诲。哦，我太爱听您说话了。呵，听您这话，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啊，我恨不得找一个黑暗的恶势力与他同归于尽。哇，老师点点头。嗯，你无耻的样子，颇有我年轻时候神韵。这就别传代了，这就。只指望跟老师一块学能耐，嗯，能够长进呢。是，没想到三年后发生一个小插曲。什么事儿啊？老师有一天下山啊，蹦迪去。对，哎哎啊，怎么老师还干这个呀？不是蹦迪，他是见网友去，你知道吗？嗨，还不如蹦迪去呢。遇见了自己青年时候红颜知己的女儿。哦，从见到她的第一眼开始，老师知道自己的江湖生涯结束了。有，自己注定远离这些白衣如雪、来去如风、刀光剑影的日子啊。老人家以85岁高龄，毅然决然戴上假发还俗去了。哇，哦，这就跑了。他是跑了啊。我们哥俩很着急呀。怎么了？千斤的重担担在我们身上啊。哪儿啊？因为马上就要到5月初5了。您得备货了，那是我们祖师爷的生日。哎呀，这这行行行了，甭念这个了啊！你得准备贡品啊！啊，每天跟院子里面，我们哥俩一如既往的练武功，哦，忙得不亦乐乎，天天一天到晚没有一个闲着的功夫。咦，知道吗？哪有时间想别的呀？对，我还行了，别比划了。金的，是是，金的，您那牙口也不错啊。嗯，这天我们正在练功的时候，行，忽听得有人击户，击户，小鸡子吃辣椒户，什么乱七八糟的？有人敲门呢。哎，您就说敲门，噔噔噔敲门、嗯、啊！开开门一瞧，哦，门口站一大个，谁呀、啊？啊，我是北京城前门外会友镖局的，嚯、哦，老掌柜的让我找您二位。哟，我说快进来吧。啊，什么事啊？说有一趟镖准备让您二位去保，嚯、哦，别人去不了。我一琢磨，你说这个日子口。大忙忙的，这来人了就甭干了。时间哪有时间？哎，行，行了行了，先说话吧。好，对，把这弄完了，坐吧。嗯，那这样的话，我们哥俩得归着归着。哦，还归着。人家请来了，不能不去呀、啊。哦，我说哥哥，咱们去吧。嗯，人等着咱了。是，他们这锅端下来，把火弄灭了，弄灭了啊，省得着了。出的门来一瞧，哎，怎么了？您还准备车呀？来车姐，太客气了。哦，来吧，哥哥，上车吧。是，你坐那边，我坐这边啊，稳当，省得翻了啊。独轮车呀。啊，一边一个，对啊，拿你们俩当麻袋了似的，麻袋行吗？这尊敬吗？待客吗？什么尊敬呢？坐好了，大个儿把这套弄得了。哎呦呦，这车啊，上讲究，这叫独轮王不拱。嘿呀，拱到了前门外，来到镖局上，拱过去的，门分左右啊，打里边老掌柜的出来，哦，带着这些个英雄好汉是欢迎我们，迈步往里走，定睛观瞧，迎面有一个2层楼，哦，底下沙土地，两边是刀枪架子，练武场，演武场啊，是是，老头拿手一指2楼，嗯，二位来呀，咱们楼上喝会子吧，我吃饭。说的简单，你怎么上楼啊？上楼吗？你要上楼梯可丢人了。怎么？人家一指这上边，嗯、你得旱地拔葱往上走啊。哦，瞧功夫。就是啊，嗯，急中生智，冲我哥一努嘴啊，嗯，干嘛？我哥一伸手探背膀，有打怀中掏出暗器，啪，
哦，往边上一扔，我拿手一指，哎呦，老爷子有刺客！哦，老头吓坏了，哎，这香来，哎，他往这儿跑，我一来，我哥哥来上楼梯来，啊，哦，这么上去的，站在二楼喊，回来了吗？啊，回来了吗？嗯、一会儿老头回来，脸都青了，啊，这谁扔的粽子？哎呀！你们带着他干嘛呀？你这上来上来上上上，嗯，老头上来了，光是一坐，大排宴宴，哦，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挺丰盛，吃吧。嗯，甩开腮帮子，撩开后槽牙，把里边套间拧开了，小仓库这打开了，嗯，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哦，就跟到土箱子里似的，叽里嘎啦叽里嘎啦叽里嘎啦，这倒挺内行的。嗯，吃饱喝足，我说干我辞了，别走。哎，这就走啊，好嘛，老头真坏，可不让走。废话，二位咱们楼下过过号吧，过号拿手一指，那意思还得从这儿下去。哦，再瞧老头站好了，啪啦一跟他下去了。哦，翻下去了，我怎么办呢？啊，嗯，我心里很着急啊。是，不信我哥哥站在楼梯口，嗯，这怎么办呢？这个啊，什么模样的？我一抬脚，腾，这个把我哥哥顺楼梯踹下去。哎，哥哥哥哥，你看你，好嘛，全不是正经八百下去的，哥这来到楼底下，站在刀枪架的跟前。嗯，老头一指，两位，嗯，来吧，让我们也开开眼。哎，我哥哥一伸手，嗯，抄起来齐眉棍。哦，我给您练一趟齐眉棍。好，还不能练，怎么？这个院子里边没有枣树。嗨，非打枣树啊！这不行，这不行啊！哎，这没有枪。哦，这样吧，嗯，拿过一杆大枪来。是，我练一套六合枪。六合枪，六合枪是最不好练。怎么？有赞为证。怎么说？一扎没存，二扎心，三扎没存，四扎心，五扎没存，六扎心，七扎没存，八扎心，全扎这地方啊！这最难背，知道吗？啊，一不留神就背错了。呵，您太聪明了呢。拿起大枪，告诉啥？我哥哥，嗯，你可别闹啊！怎么了？感冒还没好，嗯，知道吗？真重复了怎么办？哦，我哥哥说对，把枪往旁边一放，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废话，没练呢，这喘什么呀？他没练，我来呀。嗯，我说老爷子，您见过刀，见过枪，您可没见过刀枪并耍的一块儿来。今天我左手是枪，右手是刀，这可见功夫。让大伙开开眼。哦，一伸手打架子上边，嗯，抻出一杆大铁枪来，铁枪，呵，从头到尾实心的大铁枪。哦，一掉棍，枪尖冲下，啪，扎在地上。老爷子，嗯，您给扶着点。哦，我去挑刀去，砍刀。老头俩手攥着，嗯，那边那边都是刀，都是啊。我来到这儿一瞧，还真有好刀。是啊，拿在手里边，刚要往外揽这刀，西北前天来块云彩，紧，嗯，着咕噜咕噜一打雷，咔嚓一个劈雷，嗯，再回头一瞧，老头躺地这样。哎，让雷给劈着了，那是太搞笑了。男人找乐，我很喜欢这个游戏。什么游戏啊？这是他父亲老头纳闷儿，啊，是在哪儿啊？这是晕了啊！我说老爷子，这您不对啊！啊，您刚才这枪您没攥瓷实，你知道吗？还没攥瓷实呢啊！不能那样，要不咱们再来再来。嘿，老头一摇脑子，说能，嘿，还外国话。我说这样吧，嗯，不看枪，咱们来把刀吧。啊，广练刀，一伸手按键，是腿疯狂，嘡啷啷，刀把这口刀抻出来了。好，今天给大伙儿练一手，嗯，让大伙儿瞧瞧我一阵八方藏了刀式。哎。哎，干嘛自杀来了？是怎么着？离不开这儿是吧？不是，嘿，没有，你别老围着这儿转悠，找不准藏刀式，藏刀式。哎，这边离脖子远点就行啊。挺好挺好。嗯嗯，练完之后老头很高兴。是，现如今有一趟镖，请您二位去保。好，来来来，后面咱们验验镖吧。哦，来到后院我一瞧，咱明白啊，这叫暗镖。怎么叫暗镖？所有东西都暗中藏着的。哦，这儿都摆好了。什么呀？青菜，啊，香蕉，萝卜，茄子，倭瓜，蒜苗。干嘛到菜市场了？是怎么着？你哪懂这个去啊？怎么就是暗镖？怎么叫？所有青菜打开了，里边都是金银财宝。里边白菜扒开了，嗯，有金子。嚯，哦，倭瓜掰开了，嗯，有钻石。哎呀，瓜子嗑开了，有金子。这费劲不费劲呢？怕人知道吗？哎呦，这干这活的人怎么办呢？这个怕人知道吗？啊，都装好弄齐了，甭管了，
我们哥俩保着趟镖，您放心，错不了。是，老头看看我，你年纪很轻，我先问问你，会喊镖胖子吗？这会吗？我这有什么？你听好了，您喊，枪菜辣青椒，哎，高峰能听来了啊？还是卖菜呀、啊？你十几样青菜吆出来，好听极了，那还不容易呢？这个啊，吆完，老头点点头，太好了，就你这一嗓子，干的长安街上连通县都听得见。嘿呀，我说这个通县那儿能听得见呢？啊，通县有一卖菜的。我说废话，这我是哪儿啊？这不带连我词儿一块说的。跟老头说的嘛，啊，打这儿出来、嗯，我们可就往北去了。哦，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嗯，南口青龙桥、康庄子，嗯，怀来县康庄子，沙河保安康庄子，下河营康庄子，您就这儿扎下去了啊？就离不开康庄子，这是瓷实，瓷实也不能老说呀。到康庄子，我饿了呀、哦，啊，一推门旁边有饭店，是哥俩往里一走，掌柜就出来，二位打尖还是住店？您说吃面？对。广告词儿，哎，我这词儿那么熟的，这玩意儿那是老听吗？吃吧，吃饱喝足了，嗯、依着我哥哥说，咱们跟这儿住、哦。我说别去，咱们呢趁着夜晚，天儿也凉快，咱往前走吧，赶夜路。呵，这一趟走下来这痛快呀！啊，走了20里左右，来到了密松林，耳听得啷啷啷铜锣声响、啊，原来是有了则了，嘿，还上口呢。打前面出来200名喽啰兵，呀，别只排开，正当中出了一大个，哦，手里拿着一个大铁枪，嗯，嗨。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树给我留下采筐来。嗨，劫菜、啊、我哪能给你 啊今天来了此树，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嗯、俩人打一个准占便宜、哦、冲我哥一努嘴，你上后边去、哦、我哥到后，我在前面，我们仨人打在一处、嗯、打着打着瞧出破绽来了，他一闪身，我大刀举起来，咔嚓一下子、哦、斗大的人头在地上乱滚、嗯、我这心疼啊，心疼什么呀，我哥哥宰了。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卖吊票》，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观众来的不少，哎，大伙很热情啊，是是是，很多人都怕你走过了啊，不至于都喊吁，哎，把我当牲口了。关心你，爱护你，大家爱你。哎，得，我谢谢大伙儿。这个演员叫于谦呢，是我说相声很多年了。哎，对，我很作性你们这行子。您这词儿太老了，您这词儿。抨击丑恶，藿香正气。这没有啊？藿香正气干嘛呀？有一词儿吗？藿香正气吗？啊，弘扬正气。改了？没改。一直就是这样，弘扬正气，好相声吗？好好干，不丢人，哎、知道吗？是 是啊，有老师吗？有啊，谁呀、啊？我先生是石富宽，你是他太太啊？怎么那么乱呢？这个，我媳妇介绍我竟是啊，我先生郭德纲、啊，没有，你跟石富宽两口子，谁呀、啊？我们这先生当老师讲啊，当老师是吗？老师啊，老师师傅哦，那明白了，啊、那明白了。我说你这个艺术停止不前呢，停止不前了，你这完了，可惜了的。这么好的一个人啊，可惜了的。怎么了？多大年纪了吧？我37了。嚯，野猫37了。哎，野猫干嘛呀？不是野什么耳朵？也大约37了。干嘛大约今年就37了？你错了。怎么了？你不应该拜石富宽。哟，那我拜谁呀、啊？你应该拜我。你拜我，你早是人了。我现在还不是人呢，合着。你拜我，你就更上一层楼。哦，这能越来越好。呵啊，今天就在这儿啊，不要拘泥于任何形式。干嘛？我同着大伙儿，我收你为徒。来，就这儿，你赶紧磕下，我等不了了。来，不是什么？这没有什么哪儿？你先过来。哪儿啊？就这块吧。哪儿？哪块啊？你宅这儿暖和来。我等不了了，快来，快！您等一会儿吧，您等一会儿吧。嗯，您上来就我拜您为师，您谁呀？
你连我都不认识啊？就我得打听打听，我不知道啊。你连我都不知道啊？有什么的呀？完了，这人算糟践了啊？怎么就糟践了？ 你不看报啊？报上有您，买几斤报纸看看去。我没听说过论斤看报纸的，那上面经常有我的消息登着您呢。你真不认识吗？不太熟悉。很多人都认识我。著名京剧大个儿表演艺术家就是我。还大个儿表演艺术家？就是很大个儿的我。你不知道啊？我没听说过。哎呀，孤陋寡人了。哎，知道吗？寡人呢？你这样的得寡了。谁呀？孤陋寡闻。对呀，啊，知道的事儿太少了。我不知道您，我是一个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您谢谢大家无声的鼓励，谢谢啊。嗨，什么呀您这京剧表演艺术家？对呀，是啊，傅连城做客。您啊，那是老戏班了。对呀，不外行啊。想当初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啊，都是傅连城的。对呀，喜连傅盛世元运。哎，对不对？按着字儿排下来，对不对？这是到解放前不干了，没有了。实际上没有，啊，没停。哦，还有，转入了地下。傅连城也转地下？对，一直没断这么些年。这字儿包括这个艺名的牌字延续下来。哦，喜连傅盛世元运，庆祝建国55周年。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哪有这字儿啊？我是年字儿的。年啊？我是年字儿的。哦，我的艺名叫年糕。年糕？年糕啊。 年派艺术。哦，烫手的粘牙的年派艺术。还是年糕啊。哎，我很少到你们这边来演出。哦，不在北方。一扫进郭年糕，江南一带轰动。哦，在南边老艺术家郭年糕。还郭年糕？就是我。我们过去科班里都评分。哦，年底都评。是啊，马连良啊，对，评一个第四啊。哦，四马连良。哦，把这排行搁到前头。张君秋考一第七，这是七张君秋，就这么叫下来。我是常年第一。嚯，一锅年糕。哎，一锅年糕啊。好嘛，久战江南，少来华北。哦，不到这边来。南方人特别喜欢我。是吗？特别喜欢我。哦，他们称赞我的唱腔特点与众不同啊。怎么说的呢？我是软滑香糯。有浓郁的江米风格。哎，对，年糕啊。北方有一个叫你看小小孩叫什么来着，唱戏的，他爸爸叫梅兰芳。小孩他那个小公子也是唱戏的。哎呦呵，您这话呀有点大啊。有一位他们家后人有唱戏的，梅葆玖先生啊。对，九宝啊。啊，桃啊，是怎么着啊？怎么着？九宝宝，九宝宝，宝宝宝九，梅葆玖。葆玖是吧？啊，葆玖，葆玖。他经常夸我。怎么说？真好听啊。是是，你唱的这个枣香扑鼻呀。 还有枣啊。久战江南，少来华北。我说不认识您呢。很少到你们这边来。但是也曾经唱过。哪次？前几年来过一次。哦，那年正好是5月端午。这日子怎么那么寸呢？我北上。哦，看望我的师叔。您师叔？师叔跟我的师父是亲师兄弟。这我知道啊。我师父不在世了。哦，但我师叔还在。是是，住在北京。哦，京西北悬平坡下坎儿那个地名叫胡岭。哦，您说这地方我熟悉啊。那个地方可没怎么出过艺术家啊。那地方竟出了卖粽子的啊。讨厌的。一到五月节的时候，嘿，金豆豆瓷实的江米的黄米的似雕的粽子常卖。就这样的逮着之后都先崩后问，你知道吗？我招你惹你都枪毙5分钟的。这人不至于不尊重艺术家呀。就胡岭那地方别废话了，都卖粽子谁吃啊。啊，我的师叔隐居民间老艺术家。是吗？复姓江米，双名小枣儿。您师叔何了？知道吗？艺术家，隐居民间，什么名字这？他有俩徒弟。哦，一个叫唐的，一个叫馅儿的。哎，对。
两种馅儿，我们是叔白的师兄弟。您甭提这个了，知道吗？嗯，我北上给老人家来祝寿。哦，临走的时候，可着上海所有京剧演员，嗯，都到黄浦江边去送我，给您送行。很多商界的大老板都来呀、啊。是啊，什么稻香村的、五芳斋的啊。哎，这些个老板哭得跟泪人似的。那对呀、啊，你货源断了吗？走啊，你不能走，你得快回来呀、啊！嗯，五月节快到了、哎，对，没有你我们活不了啊！嗯，这挣不着钱了嘛。别着急，别着急啊、嗯，我会回来的，会回来的。哦、是是，坐着车赶奔北京。咋来了？我是很低调的，是吗？到北京之后，我秘密的潜入到湖岭地区。哦，怕人看见。我就怕这个媒体综上我。哦，结果还是被他们知道了，发现了。哎呀，《食品卫生报》登在头版头条。哎呀，你先等一会儿吧。这，您来的《食品卫生报》登您啊？我也很纳闷呢 啊。《食品卫生报》头版头条，嗯、啊，一锅年糕，昨日礼金。哎，对，来货了。嗯，找我，嗯、啊，让我唱。我哪有时间呢？是我来是给师叔拜寿的。对，我什么都没带。哦，我所有的服装、应用的东西，连龙剃带刀都没有啊！嗨，没带着。哎，您别跟服装说到一块儿了，成不成这？是应用的东西吗？那个龙剃是光搁盔头的地方啊，搁龙剃里啊？搁剃里边大个的吗？啊，不压不挤不碰。哦，还有那个刀，没有刀怎么能唱得了戏呢？刀坯子。就是啊、哦，就是啊，没有啊。我说我不唱。批的北京观众太热情了，怎么呢？都跑到工商局那儿静坐去。哎呀，这上工商局静坐去，就是非得闹，非得听我啊！大伙儿堵着门口那哭。哦，今年过年不收礼呀、啊，收礼只收过年糕啊！哎呦，这帮馋鬼哟、哦！啊，戏迷，戏迷呀、啊，那是戏迷啊，哭啊，眼泪汪汪的。哦，郭老板，您得唱啊，嗯，用您那烫手的、粘牙的年派艺术、啊，温暖我们饥饿的心肠。哎呀，啊、好嘛，什么词儿这？不唱，不唱。北京文化局找我。哦，唱吧。嗯、啊，别给脸不要脸。哎。还真够客气的、啊、别跟我吊坎儿、嗯、你别说这谁吊坎儿，这是吊坎儿吗、啊、没有时间啊，这来吧，还等什么呀，大伙儿这么热情啊，你挑地儿，嗯 啊牛街也行，龙福寺也行，是吧，赶小事儿去了，您是吧，你宅长店龙潭湖哪儿都正好，好，您还赶庙会啊，啊啊，更多的人看嘛，啊，我说门也没有啊，不去啊，尤其露天都抱着您，下次怎么弄，哎对，脏了没法吃。画什么叫暴腾一下子、啊、不是我画完了脸了，我脸都画完了、啊、一下子土你看不出来是谁了，就好嘛，您这还唱不唱啊，我师叔也劝过，哦，唱吧，哎，这么些人堵着门，啊，完事你不唱，你本人得罪，你走了我们还卖不卖了、哎，粽子都卖不出去了，买粽子干嘛呀？废话，您师叔不说您这个艺术还卖不卖了啊？对吧？你唱吧，我说那这样话就唱吧。哦，都没带，师叔说没事，用我的，啊、用我的，咱们两家得通着啊，通着。哎，对啊，一个家伙嘛，唱吧。我说小地儿我可不去，去大地儿，长安大戏院。呵，北京城就那儿好着吗？对呀、啊，我就那儿唱吧，头道的戏园子。嚯，门口大水牌子刷上溜，贴出来了，可了不得了，轰动全球第一京剧名家、嗯、大个表演艺术家，呵，一锅年糕，嗯，在此现眼啊，现眼呐，啊，您太现眼了，这个现一现啊，现场表演，对，现场表演，对对，票价不分前后排，一律1000，这可不低啊，那当然了，卖得够高，无论你坐哪儿，进这屋1000块钱不对号，那当然了啊，票价1000，白糖奉送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还给糖啊？观众得喝茶呀，喝茶捏点捏点白糖，是咱这白给喝茶用的是吧？放心吧，甜丝丝的啊！刷水牌子贴出来，就唱一天。哦，哎，我自个儿出去，我北京，我得拜访拜访各位啊！哎，看看啊，好些个以前的朋友们，对，年糕羊啊什么的，这些个不是还是年糕啊吗？不是，不是老朋友，老朋友们啊，都拜访一下。哦，那天正打长安大戏院门口走，哦，拿眼一瞧，上面写着了，长安大戏院、近日演高跷耍猴。嗯，我那
张哪儿去了？是啊，我白糖奉送那张呢？嗨，主钱主要的说吧。哎，这儿有一张。嗯，都团愣了。没错，你那个这是我的。哦，这上面还有我攥着刀那相片呢。啊，这好嘛。哎，怎么给我撕了？嗯，这不像话呀。嗯，我迈步我就进去了，找他们去。我这火都到这儿啊。是啊，我没要唱，生气了。你们撺掇我，对，让我唱挤着我唱啊，到时候给我来这出啊，这叫欺负人啊。对了，我噔噔噔噔噔上二楼问了，啪把门就推开了。啊，我说经理，啊，怎么回事你啊？他说什么？画是拦路虎，衣服是渗人的毛。哦，经理亏心呢。哦，脸腾就红了，不好意思，出去啊。噔噔噔，知道敲门进来。哎哎，这见骨头馅儿吗？有功夫吗？对不起啊，刚才忘敲门了。哎，不是，哎，经理，怎么回事啊？不说好让我唱，嗯，又改了高跷跟耍猴了。哦，我们接市里边命令，哦，让演一点档次高的节目。这档次高，我还不如高跷呢。啊，耍猴都比我档次高啊。啊啊，你真说得出口啊？嗯，你疯了！长安大戏院演高跷，嗯，你踩的都是窟窿，你管着管不着啊？知道吗？他们演完你那就剩保龄球了，以后，没有你事儿啊！好，嗯，不让唱活该。哦，转身摔门我就出来了，不干了，不干，非唱不可。在哪儿唱啊？找地儿啊。哦，哪儿好？哪儿好？哪儿好哪儿唱？上哪儿去？哪儿啊？保利。哟，大剧场，保利。好好，怎么样？好好好，够身份吗？那当然了，净演芭蕾舞的地儿。是，我上那儿去。哎，门口贴牌子，那儿也贴过年糕啊，转到这儿来卖来了。哎啊，也不怕工商局的抄，票价1000啊，白糖赠送，还送，照送不误啊，知道吗？写，贴，贴，我就跟你怄气。这怄什么气？倒要让你们知道知道，我这个艺术家啊，不是拿话吹出来的。是是是，写，唱吧，卖票吧。嗯，消息一出来，全世界轰动了，世界都轰动了，可了不得了啊！一锅年糕上保利了啊！咱们得看去，是，咱们得上那儿去呀！ 啊， 啊， 啊，不看不行啊！嗯，找。整个北京城爱看戏的人全来了，嚯，买3张的，买8张的，嚯，一个小时空了，没票了，票买完了，哟，没有了，哟，没有了啊，怎么办？嗯，那也没辙，想法啊，观众们自个儿倒这票，哦，票价蹭蹭往上涨，嚯，上海人也听信了，上海，哎呀，说这个年糕没回来，是在北京那儿卖上了，啊，走吧，咱们去吧，嗯，咱们都别哭了，擦擦哈喇子，咱们去吧，走吧，哈喇子。你不就等这口了吗？啊啊啊！他跟北京那儿，走吧，咱们那儿去吧。五月节去那儿啊！整个的飞机啊、轮船呐、啊、火车票都卖没了。啊！上海人急得跟什么似的。是啊，把那洗澡盆扔到黄浦江里，嗯，往里边一坐，弄俩擀面棍划着就来了。哇！谁出的主意？这都是啊！河北人爱听戏呀、啊。河北有打石家庄10000多人，咱们得去啊。是啊，咱没见过年糕火这么大呀、啊。哎呦，来吧，太惨了，把房都卖了啊，把房卖了，啊、背着被子拄着棍儿，拉家带口的啊。哎呀，往北京赶，让年糕给馋的逃难似的啊。武汉，武汉，武汉的戏没听说了。啊、怎么着？那有年糕了，那不少戏迷，多少年没见着了？嚯，来吧，咱们走吧。嗯，武汉啊，武汉开北京的火车。嗯，这火车48节，那么长，前后俩火车头。嗯，头里那个拉，后边这推。哎呀，一天的功夫，武汉变真空的了，没人了，没人了，全来了。陕西西安，嗯，那儿有戏迷。哦，大伙儿凑钱买大炮，干嘛？买大炮续上子弹啊，一人屁股底垫一铁锅。啊、坐炮筒上一弹心，叮。干嘛？都打着北京来了。嚯、哦！北京城什么叫饭店啊？宾馆、招待所、都满了。哎呦，连洗浴中心都住满了，全住上人了，都查得上了。哎呀，街上都是人，是小帐篷一个接一个的，嗯，都披着毛巾被跟街边忍着。到大民营了嘛？啊，都看我啊，太激动了。哦，观众太捧了。是是是，我师叔也很高兴啊。哦，那老头，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个年派艺术受到大伙这么喜欢啊。年派啊，带着糖的跟馅儿的啊。
挨个去慰问。哦，看人家。谢谢，哎呀，谢谢，这个谢谢你们捧我的图纸啊，谢谢大家。来，这有开水，来有面包啊，给配上点衣裳啊。冷，你这个咳嗽不行啊。啊，这有感冒药，赶紧吃。有药啊，小伙子过来了，大爷有创可贴吗？哦，有，这儿了，这儿了。怎么了？我妈吐血了。啊？还拿回来吧，拿回来。哎，对了，这不管用，这个回家冲走了，这个啊。怎么回事啊？不着急吗？买不着票，我妈急得直吐血。哎呀，上这么大火！别着急呀，老嫂子，您着这么大急就不合适了啊！哎呀，年糕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啊。哎，对，土豆也会有的、啊。对对对，年纪不小。哎呦，这个老大爷岁数更大了，哦，倭寇眼，胡子这么长啊！是是是，您怎么称呼啊？啊，拉登。拉登，太危险了。是。你疯了啊！美国人这么找你找不着，为了年糕你出来了，还看戏了？出不了了啊！出不了了，先看，哦，看完再说。你可以去报警，散了戏再说。嚯、哦，瞧给拉登给馋的！你说我这个，我心里我能不激动吗？您和您好受了，谢谢大家这么捧我呀！啊，是 是，谢谢大家，我有信心哦，我有信心啊！一直到开演的这天啊，啊，早晨一睁眼，这池子里边乌泱乌泱的，全是人呐，都坐满了、哎、啊！中二点啊，门口又来了哦，又来400人，那怎么办啊？看戏。哟，要看郭年糕，没地儿，不行，没地儿不行 啊，非进去不可。嗨，经理急的，你这怎么弄啊？这个玩意儿，啊、这不被人急死吗？是，要不站票行吗？站着看，站着看吧。哦、自己进去找地儿 啊，找犄角旮旯能戳住了，站，站票1000，不掉价，1000块钱，还那价，都打破脑袋了。呵，都进来找地儿查着。哎呀，刚查好又来了啊，啊，又来200人，还看，非看不可，嗯，不让看不行。是，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了啊！蹲票，蹲票啊！俩站票上面站好了啊，肩膀对上，对呀、啊，腿底下空着，是这儿有，哎，底下蹲一个，对，蹲，哦，这空，哎，1000块钱一个，还1000，都查满了，都那儿蹲着等着、哦、啊！下午4点半啊，嗯、啊，又来了，又来500人，还来人呢，哭啊，哭得跟什么似的 啊，非得看看年糕是什么样的，哎呀，没开过眼。经理说这怎么办呢？嗯，趴票吧。趴票，趴票吧，啊，还趴票啊！由打剧场最后一排那把椅子开始，嗯，蹲下去，匍匐前进，往里边钻，不好嘛！一个椅子底下一个人蹲趴着啊，趴1000块钱啊，还1000，不掉价，不掉价，都趴。坐着的不乐意，是讨厌的啊！嗯，你看你蹲着，你那脑袋，我脚搁哪儿啊？是没地方搁了，你搁我脑袋上，搁我脑袋上，搁脑袋上。太讨厌了，你脚没地儿搁、嗯。哎，那什么，听说今天有赵秀军儿，哦，待会儿赵秀军出来，你受累，抬下脚干嘛？我喊声好，没喊好啊！赵秀军出来，这位真听话，来开始，好耶！怎么回事？都踩去了啊！好嘛，开。高兴吧，心里真痛快啊，真痛快！是，马上快开戏了啊！哦，又来24个人，这24个人，这24位带着刀来的，干嘛要切着卖是怎么着？自己切那年糕，拽你脸上我告诉你，人在烫着我，你不尊重艺术家？什么呀？这24位今天不让进就死在这儿了，自杀来了，自个儿宰了。哎呀，哎呀，经理说这怎么办呢？这个啊，嗯，我们打开业也没这样过，嗯，这不是要了亲命了吗？啊，嗯、怎么办呢？一抬头啊，房顶子上有8个吊扇，干嘛呀？一个吊扇上3个印儿啊，3824哦，24位，嗯，吊上怎么样？吊电扇上，好，好，还好呢。啊，我们愿意掏1000块钱，嗯，1100。干嘛多出来了？我100块钱绳子钱，嘿，老不吃亏，大批的捆啊，一个扇叶上吊一个，哦，全吊着，都吊好了啊。有不愿意的？怎么？凭什么我们都花这么些钱？他看台，我看的是后边啊。哎，对，有面冲后头的。我给出主意啊，把电扇开开。别太快了啊！啊啊，一速，慢慢来。哥仨倒班干着，嘿，好嘛！底下的观众很满意啊。是是，京剧还带空中飞人的，哎、这儿还能看呢。散了戏，这24位别让走。怎么？我送快匾。
干嘛？二十四孝。嗨，那不挨着您这个。就那天咱这戏码也好。是啊。哎呀。啊、哦。说实在的，是中国京剧顶级的。啊、哦，什么戏码？头一出啊。啊啊。头一出是张建国。说那好啊。张家海一般一般。没有好，那都多好。最早他们跟我说啊，严兴鹏行吗？严派好。我这火腾就上去了。怎么了？严派，呸！怎么了？咱们这行跟严没关系。哎，对。送了吗？你想想，少让他来，我看着膈应着，知道吗、啊？张建国行了，张建国，张建国是西派。对呀、啊，我最开始我讨厌这个，怎么了？太西不成个啊！多多歌迷的，是不是？是不是？后来他们说他会点别人不会的戏。哦，我说什么戏啊？嗯，给我报一戏码。是啊，坐楼杀鸡。对，我说好，准备好，你先等会儿。这是配合禽流感的，哪有禽流感？应时当令，没有没有，卫生部门好交代。什么呀？坐楼杀鸡呀、啊！啊，对呀、啊，杀鸡，还这么细吗？啊，什么怎么细呀、啊？不是怎么回事？您老心疼那米不成啊？坐楼杀鸡，坐楼杀鸡，对，行行，阎婆惜，你来，你来，你投一出。哦，他投投他投，他不投了，谁让投了去？对吧？哇，二一出了不得了。什么？于魁智哦，赵秀君嚯、哦，孟广禄三个人，这三位啊啊，全部的啊，嗯，全部的啊，是什么叫？你看，嗯，大宝阁二进锅，吃多了是怎么着？我最爱这群戏，什么群戏？尤其头一出大宝阁，行行行行行，别给的足才能这样，就行了啊！大宝阁像话吗？怎么了？您倒没反酸水是吧？太甜了，够呛、什么呀？大宝国，大宝国，大宝国，对，也有这么说的啊。对，大宝国，对，大宝国，二进锅啊，二进宫啊，二进宫，你确定？我干嘛？我确定，都知道。好，二进宫 啊，这第三出就是我的了，您的戏了。哎呦，您唱哪出？是。啊，怎么了？这位是您的戏，您唱哪出啊？你问这干嘛？我说实在的啊，就咱这戏啊，不是轰动天下。是您唱什么戏啊？我，你什么毛病啊？你啊，我问问您唱什么戏呀、啊？你问这干嘛、啊？你扫了心里也是病。那我跟你不过这个，你问得着吗？你什么叫不过这个？抬杠小能耐，你这最坏！我告诉你啊，我坏？那您唱不唱呢？唱完了吗？不是？是唱的什么呀？啊，这急的人吗？这不是啊，嘴边挂着呢。您唱的戏您都想不起来啊？唱的什么来着？哪出啊？就那个戏吗？什么戏啊？什么套来着？什么什么套？连环套，连环套，这地方走大字眼知道吗？啊，连环套，哎，也可以这么说。什么也可以这么说呀？这个，我的，您唱这个，呵，我一提我就美得很。我告诉你，是啊，这戏我来的最好，连环套，我过瘾。哦，我最爱来这出戏啊。是啊，我来这主要的这活啊，主人公啊，我来这个豆耳根，哎，豆耳根。我被二根先逗了，知道吗？三眼您逗不逗啊？讨厌，跟艺术家怎么说话呢？这是废话。嗯，什么艺术家呀？逗二根呐？啊，逗耳墩。你这有方言，你这个谁有方言呢？方言都不这么说。对，逗耳墩，逗耳墩，我的，您唱。我准备好了，我要化妆了。对呀、啊，我要化脸了，我要。啊，我问问你啊，别人这戏看过吗？看过呀，那脸什么色的？都是蹲蓝脸，外行。怎么了？外行，整个中国京剧界啊，全是外行。没听说过，凡是画蓝的都不对，都是蹲就是蓝脸。咱们这个脸谱 啊，是黑白的。怎么黑白的呢？上面这块是白的啊，这块是黑的，底下这块还是白的啊，中间那层夹着馅儿呢，是吧？什么脸谱啊？您这叫讨厌，废话。我们这个脸谱突出人物这么肉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有突出这肉头的，哎，看着这么筋斗，你知道吗？啊、我画吧、啊，我这儿正画豆馅呢，那个还是豆馅吗？不是，来、哎，搅和我，这不是画，搅
和吗？画那画红小豆吧。哎，那也揣成馅儿吧，这个、啊、正画着呢。啊，后台进了一人，啊、五短身材，啊、大脑袋瓜子、哦、啊，进门倒辛苦，各位，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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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这个的，咱们懂啊。嗯、啊，这是规矩。是见面倒辛苦，必定是唱京戏的。哎，没、啊、不是这么说啊。啊，见面倒辛苦，必定是江湖。辛苦各位。哎，年糕在哪儿呢？哪儿哪位是年糕？哪位年糕来买货的了？买货的干嘛呀？啊，问您吗？有人给引去那儿了，炉子边那位，那儿还坐着呢。过来了，您是年糕啊？我说好，怎么着？你来多少啊？卖，真卖呀、啊？聊天吗？你干嘛呢？你是？啊，哦，我久闻您大名，哈哈，江南华北一带您了不起，久战江南少来华北。哦，不才我也是唱戏的哦，跟您同行。哪位？哎，我叫尚长荣。哟呵，尚先生来了。尚长荣啊，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呵，干嘛还好像啊？对，唱戏的小不点里边有他一个。我这您这太大了，您这话。我说你怎么着？你什么意思？大艺术家。你学什么？学这个？我给你抹，我给你弄。算了啊！喂，我人弄多了，来什么呀？啊，人家不干您这买卖啊！跟您说，啊，这个北京城啊，是我老家哦，人家都知道我，反正还行吧，是干这个的。您要是一唱，我可没饭了。嚯！没别的、啊、我求您把这活赐给我啊，我唱行不行？哦，你说人家这么客气，那来吧，来，那你来吧，都是这样，我干点别的去是吧？您找个别的角儿，我给你画啊，画哪儿？我自己会，自己会、啊、哎，对，坐在这儿，他画那蓝的，我一瞧完了，这算外行，人家倒外行，完了，他来这个你我怎么办呢？您再找啊，我来什么呢？啊，全部的道御马连环套，我还来什么呢？对呀、啊，我来那御马，对，啊，对，我来这马。啊嗨、啊、您这不行啊，我来什么？您得唱角儿啊。对呀、啊、谁是角儿啊？啊，打更的那个，打更的那个，我要来那个打更的，也不是角儿啊。我来那大武生吧。哪个？那个挺俊的那个。啊，那个跟窦尔敦一块说话矫情那个。矫情，我来那个吧。您这什么都不懂了，瞧着、哎、不是，那叫什么来着？黄天霸。对，我来黄天的爸爸。对啊，他爸爸干嘛呀？叫什么？黄天霸。我就来这活了。对，我抹呀、啊、扮的那俊呢啊、哦、化好了妆，嗯，穿得了衣裳，等着吧。是那天这嗓子就痛快了。哦，亮那天嗓痛快啊，在家呀。哎呀好、嗯、也拉给顺了，往常总黏黏糊糊的啊，那天没有糖少，您这是黏黏呵、嗯、嗓子也脆、哦、啊，后边有一句唱。对呀啊，宝啊，不是宝什么来着、哎、你看这怎么您唱的词儿都忘了？不是年头太多就忘了，想不起来了。这叫什么来着？那句老宝宝马，宝马情缘，不是什么呀？保镖路过马栏关呢。哟，你那天去了吧？你带着本儿了那天？干嘛呀？我你抄我的词儿对吗？您的词儿，我得防着贼呀、啊！外人到处都有，带着录音机呢对吗？我呀，你今天也得有。我干嘛呀？你插哪儿了？啊？什么插哪儿？你拿出来，我听着。偷我词儿？是我偷你的词儿？偷我唱词儿啊？我这唱词别人没有，尤其我的唱法那绕梁三日，谁都那么唱。就那天唱出来之后，轰动天下。怎么绕梁三日？保镖路过马栏关。是啊，保镖路过马栏关。全走了，那还不走？骂的街退票去！废话，活该！你不懂艺术哦！真有24位没走，爱听掉了下不来了。是啊，这叫卖吊票。对，传统节目，嗯，人家都说是挂票，嗯，说不了人家那么好，嗯，就改了一下。哦，啊，这个。怎么说呢，传统节目很多，是有待我们慢慢的去学去挖掘，是不是啊？嗯，这个演员大伙都知道啊，著名相声演员于谦老师。不敢不敢不敢，你看他很客气，你知道吗？那可不是嘛，这一后台我认为这是这份儿。没有没有，哎，小演员，好好角。嗨，您捧了您捧了，好人。那就不敢啊，不敢不敢，你真是好人是吗？你看你得客气，你总不客气不行。我这还不客气呢啊，我这再客气我没词儿了。我得说你是好人，你得说不不是不是不是好人，不是好人。我干嘛说我不是好人呢？我
架不住三句好话，你看看就实受了。啊，我一夸你就得不行不行不行。啊，我就得这么说。艺术家没有啊，不是好人，不是，哎、是、啊。我干嘛顺着你说呀？我痛快痛快呗。对，您就拿这就痛快。我痛快痛快呗。啊，后台连老带少呢，就这么二三十位。哦，啊，我们这个团体挺有意思。嗯，叫北京德云社。对，要是有认识我们后台的，您知道，嗯，我们这辈儿的其实就四五个，就那么几个。我们哥俩，嗯，加上急脾气的李菁，嗨、哎，那人慢性子。德艺双馨的徐德亮啊，就这几位。哦，剩下都是孩子。居多，哎，是往上的是这几位老先生，对，张文顺，张先生啊，中国相声界最不平衡奖获得者，不平衡，肩膀总这样，老歪着啊，张文顺啊，邢文昭先生，邢先生说得好，对，刘宝瑞的徒弟，哎。刘宝瑞刘先生弟子是专门说单口，哎，说得好啊！李文山先生，李先生任劳任怨，哎，住着远，对，住着洋房那边，嗯，从他们家要是去张家口，比上北京方便，是啊，就为了相声，嗯，不辞辛苦来回这么折腾，哎，老跑啊，也被称为我们去年2005年的赌神，李文山、哎、赌神啊！一回去那个八达岭高速就堵那儿了，神呢？堵的都神经了，都快好，这么个赌神呢啊！赌完好容易不赌了，到家了，赶紧吃点早点就回来了。嚯、哦，别回去好不好？赌一宿，嗯，赌了一宿。嗯，哎，这个王文林先生，王先生，王先生了不得，嗯，人家里干这个，对。他父亲叫王长友，那是老前辈，相声大师，对，不折不扣的相声大师，能耐好，肚腩宽敞，嗯啊，他父亲是王长友，对，老师是刘宝瑞，哦，人家是从小学这个娃娃腿，老头人性好，这是最难得的，对，跟谁说话着急没有，脾气好，看什么都高兴，是 啊这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啊，对，无论什么事都是口头语，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好，这么说，这是对人生的一种态度，对对，没有着急的，随和。好啊，嗯，你怎么也是一天，对，你这不是高高兴兴的，哎，向王先生学习，老有意思。有的时候这老哥几个出去玩也可乐，是吗？李文山李先生好出去玩，哦，他爱带着王先生，怎么？老哥俩住得近，哦哦哦，啊，这不是去年秋天，嗯、老哥俩还出去郊游去吗？嚯、哦，还有这爱好，带着帐篷啊，带着烤串的东西，嘿，带着钓竿，哎呦，俩人找一个山清水秀，嗯，能有花香的地儿啊，啊，把东西卸下来，嘿，啊。完脸，完脸，把这帐篷支上啊！哎，这味儿，这有点意思，有点意思，还有意思啊！你来，你这画板啊，哎呀，好，打完还得吃点，吃点，这也有点意思。老是这句，高兴，老哥俩玩的高兴啊！啊啊，吃喝玩钓鱼，哦，还钓鱼。哎，天晚了，小帐篷里一躺，哎，一睡，一睡觉多舒坦啊！对对对，半夜里边一觉醒来，啊，李文山李先生问王先生，哦，王脸，王脸，嗯，你对这鸟语花香、天晴水碧、满天星斗，你有什么想法啊？啊，这有点意思，有点意思，还有还有意思，帐篷丢了啊！挺好玩啊，老先生们有意思啊。张文顺张先生也有意思，张先生，张先生很稳当，对，老头到哪儿不着急啊，稳当当的啊，对，怎么着，干嘛啊？我张顺啊，总这样，老伴儿跟他不一样，是老两口子反差大哦，老伴儿壮，大个儿，嚯，是吧？一巴掌宽护心毛啊啊，络腮胡子。老伴啊，我往家一打电话啊，老太太接着，嗯、我说喂，婶儿啊，他、嗯、那儿，喂，嚯，找谁啊？嗯，找张文顺张先生、嗯。等会儿，一会儿跟我张先生接电话。喂，我是文顺呢、啊。嘿，哎，这不是全反了吗？这不是有意思。张先生回家不爱动啊、哦，老太太不管那套，嗯、一天到晚跟胡同里边出来进去，好动，往这一坐，叼着烟啊，嗯。哦、小孩们出来进去都客气。嗯，您好，爷爷。爷爷，
看他像吗？啊，就是别看这么大年纪了啊，嗯嗯，冲，那就有脾气。小孩们谁回到院里边呢？骑着摩托，嗯，别锁，干嘛？老太太过去，他来一圈，跑一圈，五环来三圈回来了。嚯，给人跑没油了都。啊，这是好这个吗？嗯，晚上吃完了，门口站着来瓶啤酒，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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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喝着啤酒。啊，那边谁开车回来了？啊，别锁，干嘛？把钥匙给我。嗯，上人汽车，啊，汽车也开，汽车也愣着呢，老太太。哦。上四环跑啊，他你想啊，喝了酒了，跟四环化龙啊，来回化龙啊，啊，那边警察停下来，逮着了，你踩住了，下来啊，奔警察去了。嗯，警察刚说话，手机响。嗯，警察回身拿电话，喂，哎，怎么着？嗯，老太太一瞧，行，你接电话啊，有功夫，来吧，转身上车，开车。跑了跑了，你看这他就痛快吗？嘿，这脾气啊！锁车睡觉去。嗯，转天早晨天刚亮，一砸门来人了，门一开，警察站在门口了，找来了，可找着你了啊！嗯，你那车开回来，把警车还我吧。开错了。晚上广德楼咱那边还有，对啊，没听够咱们那儿见啊。嗯，今天晚上这早去会儿，早去会儿那边能加座，来，哎，能买票啊，早点去啊。我一说早点去，都走了，这会儿就把我们俩晾在这儿了。有一段大实话，哎，献给大家，会唱咱们一块儿啊。嗯。现在唱这个感觉像刘德华似的，嗯，不敢没唱半句。昨天亲啊。哎让人家唱啊，嗯，忘了词儿，这么着合适啊。说天亲，天也不算阴，天有日月和星辰呐，日语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说地亲，地也不算亲，地上万物似黄金。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桃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那吃喝嫖赌也莫沾。没事儿呢，就把这德云舍了尽，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一场的本身相声大会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光临，咱们晚上七点再见。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过了哪有不认识他的？哎，哎，你叫什么来着？这儿就站一不认识我的，叫什么来着？于谦。对，啊，于谦。嗯，谁不知道你啊？嗨，著名演员。嗯，演戏、拍广告、
都演过点都干。嗯，是啊，最近我接大活，嗯，马上成为三丰的形象代言人了。这活不怎么样，北京城大小三丰的都有你相片。嗨，那管什么呀，提你2块钱就能送，没我人1块钱就走。是啊，啊，这都是民脂民膏啊。啊，好嘛，太好了。嗯，能够见到于老师我很兴奋。哦，尤其于先生最近身体不好，带病参加演出。嗨，有点小病是不是？这次病太厉害了啊，都破了相了。我啊，怎么破？病太厉害了。什么病？痔疮。在痔疮能破相啊？不完整啊。哪儿啊，别比划了，别比划了，就向于老师学习啊，向于老师探讨啊。你们别客气，向您学啊，别客气。说相声的我们都是同行啊，可有一样分出3、6、9等。怎么分呢？有大师哦，有艺术家，是有著名演员，哎，有普通演员，对，有学员哦，刚学。这里边为什么分出这么多的档次来呢？是啊，那就是对艺术的理解问题，哦，程度问题。说相声不容易，嗯，是世上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艺术形式，反正是有难度。有嘴就能说，啊，说话谁不会？能说话就行，哎，可怎么说是个学问。好，哦，说的好坏，我很佩服我们的老前辈。嗯，站在街上说，哦，你站在街上听，几句话把你口袋里的钱说到我口袋里，这不容易。能耐小了行吗？对对对，咱们这方面做不到。是，你看剧场里边我还行，给我搁在街上未必行。哦，在街上不行，这点于氏父子是个表现。我跟我爸爸都站街上说呀。未必说，尤其你父亲啊，啊，只要一上街，无论谁口袋钱，都能上他口袋里。这不是就小偷吗？这不是？不是，就说能耐呀，能耐呀。这什么能耐呀？这是得学啊！啊，说相声4门功课，哎，说学逗唱，这是我们学的，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对，就拿这说来说，啊，这嘴里边得干净，是咬舌头，啊，见舌，哦，解语，啊，都干不了这行，这都嘴里的毛病。打小先被灌口，哎，对，报菜名啊，发扇屏啊，这些个，哎，一大套，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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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了十句，是一个字儿都不能贪污了，还得清楚啊，哪怕您坐在剧场的地下室啊，你也得听得见。有坐地下室听相声的电工吗？哎嗨，行行，甭说他了，那就都得听得见啊。报菜名往这一站啊，啊，不能打分儿，哦，睡着了背也得连得上，那叫习惯。这是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不能忘。哎，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嗯，鱼香鸡丝，卤肉火烧。传习嘛，这个咱就不能乱了，知道吗？对，您下功夫去，下功夫，哎，啊，不下功夫不行。是，还有这个学，学学最难了。怎么？我认为学不容易哦，因为学要超越自己的本身，哎，刻画人物是不是？嗯，学是模仿，是有唱，有说，嗯，有表演，对，各种的古曲戏曲你得学吧，得学。外省人说话各地方言你得学吧，更得学了。表演你得学吧，是是是，这最难哦。学个大姑娘，嗯，学个老太太，啊，嗯，学个小孩，哎，对啊，学个聋哑人，哦，都得学啊，这都是我们学习的。聋哑人这是没有办法，怎么啊？这是生理上的一种现象，疾病，有天生的，有后期的。对，我们不能够嘲笑人家，哎，不能讽刺，我们模仿只是模仿这种现象，哎，并没有看不起人家，不存在这意思，拿人找乐，这个没有，是是是，也得学，也观察，放到自己身上怎么模仿？对，这个最难的。哦，这有难度。今天这样啊，跟于老师碰在一块不容易啊，咱俩人切磋一下，怎么切磋？咱们模仿一下聋哑人怎么样？哦，学这聋哑人。哎，聋子说话，因为听错了净打岔。哎，好好好，这个，多好，这个，哎，这有意思，好不好？咱学一回，咱俩来一回这个。来来来，大街上俩人碰见聊会儿天，对，越说越热闹，越说越乱。好，
要学的话，我让你个便宜。怎么便宜？我是你二大爷。好，这我就吃亏了。这个不是，它是有剧情的。哦，什么情节？街坊拎着这么一个二大爷。哦，你要不喊他，他可挑理。啊，那就喊。你喊他，他还未必听得见。哎呦，那我还得喊呢。嗯，有意思啊！一个老大爷，耳朵一阵好一阵坏。哦，要说这会儿耳朵好，啊，赶在这个清楚的时候，哦，那行，什么都听得见。哦，全行。哎，要说耳朵这会儿糊涂着呢，啊，那完了，什么都听乱了。嚯，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哦，我是这老大爷。好。咱俩人来一回，哎，碰见了，好不好？来来来，你那边我这边，学一回这个，这有意思。岁数真是不小了，人一上岁数啊，跟家待不住，得出去过过佛，哎，转转吧。还有小我的。哎，都不小了，是怎么着？谁都有老那天。哎，可不是吗？嗯，出来转转吧。洋装虽然穿在身，这怎么回事？祖国也多年未亲近。老华侨，万里长城永不倒。嗯，千里黄河。嗓子还不错，我是一张弓啊，战死一棵松，这可没瞧出来。我头咸菜就着一碗大碗茶，什么乱七八糟。我爱北京天安门，全都会啊。好嘛。哎呦呵呵，二大爷。上哪儿去你？哎呦，这人哪儿去了？干嘛呀？把狗搁这儿不怕丢了？不像话，这不就是人吗？您瞧瞧，仔细看看。老了，哎，这眼呢不给使唤，看不真着了。仔细，真是狗啊！哎哎，还没瞧清楚啊，再看看。啊，谢谢，就甭老咳嗽了，仔细瞧瞧。哎呀，小子，是你呀、啊、是我大黑呀、啊、还是狗啊？什么这个名字呀、啊、这是、哎、我有日子没瞧见你了。这这您看看我又胖了。可不是嘛，喂得足啊。咱说点正经的行不行啊？看见你我痛快啊。高兴吗？我心里高兴啊。哎，是是是。好小子，上哪儿去你啊？哎，您上哪儿啊？哎，说话说话，我这不是说话呢吗？您上哪儿去呀？什么？您上哪儿去呀？你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我呀，我这不是、啊、您上哪儿去呀？呵，你这是要急死我呀？哎呦，你这累死我呀，要了亲命了。哎呦，二大爷啊，这句你怎么听见了？耳朵一阵一阵的。好嘛，趁这阵听得见赶紧问，您上哪儿啊？什么又过去了啊？二大爷啊，你活动活动吧，就这句听得见呐。人老了啊，人老了，哦，身子骨耳朵眼睛都不成了，就是岁数大了，瞧见你我痛快啊。哦，想当初我跟你爸爸相好啊，有交情，我跟你爸爸那关系好啊。是啊，我你爸爸、啊、嗯，我这爸爸，我你爸爸，你和我爸爸说清楚了。好啊，好就完了吗？好、哦、你爸爸你妈妈结婚，我给办的。哦，您帮忙活的。这说也没用啊。怎么了？你哪知道去？我不知道，那会儿你刚上高中。不
了啊！记不住，那时候还没我呢。你爸爸忙忙啊，眼前被你拽给我，您带着我，我给看着。哎呦，好嘛，您看着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的，您拿我当屎个浪了似的。我长这么壮啊！哎呦呵，好小子，嗯，我想你爸爸了。您多长时间没见着我爸爸了？多长时间没见着我儿子了？谁问你了？别提。怎么了？不想好。哦。吃喝嫖赌不着家，还想偷东西呢。哎呦，当贼了。好些日子没回来了。哎呦，可您这，您呐，别着急啊。哦。哪天我给找找。跟你学的？没有。这缺德玩意儿啊，不是都五年了？嘿，你可缺了德了。我您听不见呢？你是坏蛋呐？你才坏蛋呢。谁？你坏蛋呢？您听不清啊？这里还有李菁呢。没有。那大眼刘菁的也学这个了。哎呦，您这不急死人吗？还有王文林呢，这么大年纪也学这个。对，带着他省着带灯了。您这不瞎抬杠吗？还有徐德亮呢，那是我亲儿子。嘿，哎呦，这亲儿子，别放了他吧。是，我说您是听不见。上法院啊？上法院干嘛去？我告谁呀？搞贼呀？丢东西了？哪儿跟哪儿啊？丢铁裤衩了啊？你预备那个干嘛呀？您说的不对啊。哦，穿着挺受罪啊。哼，丢了吧。我说您这不是诚心较劲？你爸的张文顺呢？快去！我说他闹肚子呢，冻的是怎么着？还给他去吧啊！嘿，老王八，你爸爸。不对，不是那位。哪位啊？就这么一位，二大爷啊！你去活的，不学了啊！像话吗？这来回来去就这么一句，咱小嘛是吧？小什么呀？小一龙老头很灰心，小嘛，这点玩笑都搁我身上了，可爱来这个了啊！再来学这个了，不，那算了啊，不学这个了，学这个，学点别的。咱们学回哑巴说话，哑巴说话，哎，哑巴这嘴不能说，手能说哦，比划比划动作，哎，这也好，这好吗？可以可以，咱们这样啊，啊，我来学这哑巴，好，走到街上碰见你了，咱俩是从小的发小，哦，有剧情，一块长起来的，好，一见面特别的高兴，嗯，俩人聊会儿天，大伙儿一瞧这热闹，哎，好玩好玩，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好，再学一回，哑巴有特点，怎么讲？三块，怎么叫三块啊？眼睛快，脑子快，反应快，哦，还有三直，哪三直？心直、眼直、腿直，这都是哑巴的特点。愣，哦，还愣，这一走道那跟愣啊！啊啊，好直，好来，来吧，来来来，你那边，我这边，来来学一回，看这腿多愣呀！哦，还愣，嗯，来来来来来一回。这是哑巴是半身不遂呀？您说这腿直吗？直。直吗？这过道吗？走道不两种吗？哪两种？一种就是走来走去这种，一种是啊这种啊。哪有啊？啊，没有没有，咱学的就是哑巴，学的就是这个哑巴，哑巴走道吧。哎哎，反正得比这得快啊，得推慢，走到街上多慢，快是得快啊，得快点走。哎，对，行了，再来，你那边我这边啊，好好好，来。哎，不用不用，你吓我一跳啊！你吓我一跳，吓一跳啊！快，您跟我后边干嘛呀？为了让你回头就看见我。那图什么许的呢？吓一跳，你这人啊！你从那边来，那边来是吧？来来来，我这一开脑门就是哑巴啊！那就开始了啊！好嘞。哑巴，哎哎哎！哑巴说话吗？这个？这怎么回事？有走着街这么喊的吗？怎么不能叫？不能叫，我哪能叫我呀？哦，还不能叫，外行这个啊。是啊，来来来，不能叫。你说话。俩哑巴。你不让我说
话啊！你不能这样，俩哑巴怎么聊天这个？那怎么办？你得有一个明白的呀。哦，我不哑巴，你得给我翻译呀、啊，我解释。对呀、啊，那咱们再来，再来，好嘛，真费劲这点。哟呵，小哑巴，哈哈，哎。有交情啊，咱们认识、哎啊。小时候，哎，打小就好，一块长起来的。没错，对，这您没听明白啊？我可知道，他说呀，我们俩是从小。一块长起来，分开眼不见五六年了，不对了，记错了，八年了，八年了，是，没错，嚯，这哑这感叹词可出来了。现在瘦了，啊，对，我是瘦了，啊，小时候，对，我小时候的更胖，对，没有，狗熊啊似的，这胖就完了吗？啊，看现在是瘦点了，啊，嗨，这一工作呀，啊，哎，对，走南闯北，累。工作呀，哎，走南闯北，累的。你瞧这块，走南闯北，累的。走南啊，对对，这是是这意思啊。的闯北啊，好好的怎么样？咱们也得这么走啊。哎，这累瘦了。胖极了，就我这胳膊，跟那房梁似的，大腿，跟那房驼似的，我这脑袋，脑袋跟蒜似的呀，像话吗？这么胖的身子，这么点脑袋呀？八仙桌子上摆一肉丸子吗？这不是是脑袋啊？这个得大啊啊！太小，还得大。哎，对，这差不多啊。哎，我这脖子啊，跟馅儿似的，不像话啊！这么大脑袋，这么细的脖子，耍流星的是怎么着？粗，小手指头不行，还得粗。还得粗啊，还得粗，粗，棒棒，不能用这个，俩手比划还得粗啊。哎，这现在瘦了，就甭提这个了啊。来，怎么了？怎么？这是我们的道具啊，这叫醒目，是。来一拍就算开始了啊！不能往那儿拍，往这儿拍。哎，对，开始了，这就手绢啊，对，哎，道具啊，哎，放，哎，小甭看，脏不脏啊？扇子。这都是我们道具吗？哎，用这个啊，台上用。哎，这比划这个有用的。哎，刀枪剑也有。台上
也有这个，哎，有，一打那，开始，说什么呢这是？把这倒学会了。有这个，有这个。嘿，你过瘾呢，说怎么？行了行了，放这吧，放这吧。有这个就完了，打着没完了，这怎么着？行了，有这个。这哑巴手够快的啊！行了行了行了，这你也用不了，你也使不了这个，这就说知道就完了。竹板玉子，他比我还明白呢。是叫玉子，是叫玉子。他会打。还有花点儿，有点意思。以后到哪儿啊就光给人打板就行了啊。行了行了啊，哎哎，我们哥俩好。怎么了？我比我个儿高啊，眉毛立着啊，哦，络腮胡子，哦哦，长没那么长，哪儿那么长啊，大肚子啊，铁球，倒手，都成，吞铁球的，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啊，脏不脏啊这个？哎，您说柔球这个，我爸爸啊。我说咱别答应行吗？啊，你说我爸爸，嗨，您别看身体好啊，哎，死了，啊，我爸爸死了，那没用，就这么死的，知道吗？我爸爸死，孤儿啊，这死了就完了吗？啊，这脑子是不是挺快啊？怎么了？怎么了？后边啊，有一嘴儿，带着耳钳子，这么大啊，这么走道。别问我妈，哎呀，也死了。我妈也死了，别哭了，别哭，这怎么那么快呀？这个，死了，怎么了？我比我矮，留着长头发，跟我挺好。您问我媳妇儿，嗨，在家呢，啊，睡觉呢，在家睡觉呢，啊，怎么你？睡觉呢吗？干嘛？这是怎么着？加钱也没用，别开玩笑啊，别开玩笑，哪有这么说话的你这。干嘛？怎么着？
我啊啊一口啊啊啊啊我爸爸行了啊行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两口哎我妈三口哎哎叫我媳妇儿嗯嗯啊嗯四口啊刚才算过一回了那场啊嗯啊哎这是我们家最小那个什么事儿这哑巴什么毛病啊这是怎么了你小的啊这么高也是长头发什么意思哎画着眉毛没那么长那俩眼睛挺大红嘴唇没那么长穿着连衣裙这算了这就甭学了这就甭比划了你就说我妹妹是吧你要是怎么着你干嘛啊唱戏不会这个啊开车没本儿算了算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比划了啊这小子坏门我告诉你吧行了你要想我明白了你问我妹妹结婚了没有我跟你说了吧没结婚也不能找你这样的我告诉你要找也得找会说话的我会说话去你